好，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是三人，与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事录，时间2009年3月2日星期一上午9:12至9:15，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邱莹委员等15人，主席邱委员陈远。报告事项：一、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3条之4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2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与每会期互选产生。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选举事项：选举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一、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5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举方式行之。主席宣告推选邱委员易莹及廖委员国栋2人为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现场委员不足3人哈，我们议事录暂不确定，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报告事项二，邀请公平交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来那个我们现在邱成远委员到场哈。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定议事录哈。好，来，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公平会黄主委美英来进行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今天美英奉邀代表公平交易委员会向大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业务报告，自感荣幸，并对大院长期以来给予本会施政上的支持与指教表达由衷的感谢。以下仅就本会近期重要业务及未来施政重点向各位委员提出报告进行指教。首先报告本会近期执行公平交易法与多层次传销管理法部分，108年度本会收办各类检举申请申报请示案，并计本会主动立案调查的案件总共有2046件，再加上107年底未结案件231件，总共有2277件，其中办结2000件，违法而处分者66件，罚款金额总共是新台币7630万元。近期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包括处分的台湾大哥大取得千汇公司85%的股份，因申报结合未申报；也处分了宏裕建设公司销售建案的广告不实案，还处分益田公司从事多层次传销，没有在开始实施前报备，并且跟日商益田台湾分公司故意共同从事推广招募他人加入未报备的传销事业案等。其他重大处分案件请参阅本会书面报告。在监督检核美商高通公司诉讼和解内容方面，本会将持续监督美商高通公司各项承诺作为，并使该公司确实落实各项承诺及对台湾相关产业的正面影响。在审查事业结合申报案件部分，我们近期处理的重要案件包括审议大连大公司公开收购文业公司至多30%的股份案，我们不禁止合资新设将来商业银行，也不禁止连线商业银行等2件纯网银结合案等。在匡正不实广告行为方面，
108年总共处分的不实广告案件24件，罚还510万元。我们也针对相关工会及业者举办各类的宣导活动，强化宣导不实广告的规范。在维护防疫物资市场秩序方面，对于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引发的口罩等防疫物资缺货及价格上涨的情势，本会密切注意，而且前往各地的卖场、连锁药妆店及药局等相关通路进行调查，并监测网络主要电商的口罩售价。目前本会已经受理民众检举的各类案件，包含口罩、额温枪、酒精等，客积极处理中。已经查获业者有联合调涨或共同约束价格的行为，本会一定会依法严以严惩，绝不宽待。如市政显示业者有意图抬高交易价格、囤积口罩无正当理由而不应试销售者，或从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之行为，且情节重大者，恐怕就设有刑法第251条或传染病防治法第61条规定之刑事责任，将依法移送检调单位来侦办。在落实管理顿时传销方面，108年总计处分的违法传销案件44件，罚还合计达1030万元。其他有关传销之具体作为，请参阅本会书面报告。第二项重要业务是在完备公平交易法规制度部分，本会已经拟具公平交易法第28条、第39条、第41条的修正草案，在民国109年1月16日送请行政院审查。本次修法重点包括规范限制竞争案件的裁处权时效，从开始调查时停止进行，同时配合删除本法终止调查有关裁处权时效停止及继续进行等相关规定，并对事业违法结合经处分后尚未改正者，增列罚还处罚的规定，以增加本会选择裁罚手段之弹性。第三项重要业务是倡议公平竞争，本会重要倡议工作包括参与 NCC、 行政院、农委会等相关机关的法令制定与修正，促进市场自由竞争，办理多场次的宣导说明会及教育训练，以及运用各式管道来宣扬公平交易理念。第四项重要业务是在强化数位经济执法量能，为掌握数位经济相关市场的发展与变化，本会针对新兴的商业模式所衍生的相关经济与法律问题进行通盘的了解，也收集掌握国际间有关 Google、 Apple、 Amazon and 以及 Facebook 等科技巨擘，我们说 Big Tech 涉法案件之执法立场及调查进度。第五项重要业务是推动国际交流合作，近期重要工作包括参与 OECD 竞争委员会的例会，参与 ICN 第18届年会、 APEC 经济委员会会议，并出席第15届东亚竞争政策高峰会议、第12届东亚竞争法与政策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此外，也跟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匈牙利、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蒙古等10个国家进行双边会谈，以及持续提供竞争法技术援助等。接着报告本会未来施政重点，本会将朝6大方向继续努力。一、关注重要民生物资的市况，遏止不法的联合行为。本会将根据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引发的相关防疫物资及卫生纸等民生用品市场的供需变化，持续运作本会防治人为操纵物价专案小组，根据办理重要节庆农畜产品的查核计划等。二、落实执行公平交易法，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本会将加强查处审议有关独占结合联合行为等对市场结构影响巨大的案件，保护市场竞争机制，持续来关注各国竞争法主管机关关于数位经济时代的执法动态，加强处理不实或引人错误广告，持续与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协调分工，凝聚执法的共识。三、查处非法多层次传销行为，匡正传销交易秩序。本会将积极查处违法多层次传销行为，加强审视传销业者报备案件，并落实业务检查及专案监管机制，与检调机关及卫福部分工合作，共同打击不法案件。四、完备市场竞争法规制度，奠定公平竞争基础。本会将更续办理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的后续法制作业，持续检讨公平交易法与多层次传销法相关法令及行政规则，建构有利数位创新及竞争的法规环境。五、推动竞争倡议计划，传扬公平交易理念。本会将持续推动竞争倡议计划，朝向政府自觉、企业自律、消费者自行等三方面积极倡议竞争。另外，在宣导工具方面，将持续运用网际网络及公平交易 APP 等新媒体工具，提升网络族群对本会主管法规与执法成效之认识。六，在拓展国际交流活动、建立执法合作机制方面，本会将积极参与竞争法国际会议，并与各国竞争法主管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建立执法合作机制。同时，在有限的预算及资源之下，更续提供竞争法技术输出及能力的建制协助。以上是本会近期重要的业务及未来施政重点之报告。上期各位委员继续给予本会批评与指教。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黄主委。林委员，您是不是先稍坐一下好不好？我等一下宣告完，我再请你上来好不好？好。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询答。在委员质询前，原例由主席来做以下几点的宣告。每位委员发言时间，本会委员六分钟，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非本会委员六分钟。我们今天在上午10:45截止发言登记。那另外，主席还要再特别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委员会来做报告。为了因应这个武汉肺炎，我们在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头有做了几项的防疫措施，也请委员谅解跟配合。第一点，我们现在会把委员会的会议室的窗户全部打开，以确保空气的流通。第二，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委员会的质询的麦克风会改用手持式的麦克风，那并且会在每一位委员发言结束之后，每一支麦克风都会进行消毒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第三，我们会特别委请我们的议事人员辛苦一些，就是每两位委员发言结束之后，这个委员的发言台台面就会用酒精来消毒过一次，那可能会耗时一些时间，也请各位委员体谅以及配合。好，以上跟大家做几点的报告。那接下来我们请第一位委员林岱化委员进行发言。主席，有请主委。主委好，主委，本席将针对您刚才的业务报告第24页，您的业务当中的第5项，监督与辅导财团法人多层次传销保护基金会，这个议题有4个问题来跟您做个讨论。第一个，本席认为多层次传销产业应从报备制改为许可制。第二个，本席认为我们的传保费应该很审慎认真的去严肃的讨论其存费的问题。第三个，传销业应该是要业必归工会，以落实专业管理的目的。第四个，本席的主张，传销业传销当中的所有的业务应该全面的
电子化。第一个，在过上一届当中啊，本席有针对多层次传销业应该列为特许行业，那你们的回文呢、啊、有这三个重点，一个是报备制的说明、许可制跟特许制。好，在这个报备制当中啊，你们讲到说哦、主管机关啊，就所谓的报备呢是不具否决权的，事后可随时监督，以便及时危害防止之措施。如果呢报备制是如此的完美，危害都能及时的防止，请问诸位，报章杂志报道这么多的动辄数十亿的诈骗吸金直销案是怎么发生的？你们又如何及时的防止？主管机关在这个部分上是明显失职，更是纵容。所以呢，主委，您能说明个原因吗？这为什么？如果照你们这样讲，报备不具否决权，事后随时监督。好，那你们再说了，报备不等于合法了。所以呢，非这样一来，你让人民如何信服？我就是信任你政府跟你报备的公司啊。结果你说啊，这个报备不等于合法了，非但民众无法分辨公司的优劣，而且同时也纵容不孝业者混杂其中，让非法吸金后退出报备，换个名字重新报备，重新骗过。公评会，你认为如果采行许可制，只要事业条件齐备，主管机关就必须核准，并无裁量权限，这跟我们大家所认知的许可制是完全不一样的。本席认为，许可前主管机关可借由专业单位工协会的协助，筛选掉不孝的事业体；许可之后，也可因其违法而撤销其许可证。例如韩国的直销共济会就是很成功的帮韩国来帮忙把关，也不用看到那么远啊，光是国内当中的各工协会，你就看经济部下所有的各工协会当中，他们经济部如何来委托他们来做相关的审查把关，甚至政令宣导。好，你们的这个拒绝的理由说、啊、这个美英加日啊没有报备跟许可，你只讲到基检，不看到人家他们的主管机关对于变质禁，他们对于禁止变质多承销的传销绩效是远远胜过你公平会的，他是有严格的把关跟防范。好，再者你们再说了，公平会啊是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人民的营业自由，再一次的反对许可制。好，如果真的你那么的响应这个营业自由的话，为什么你还有这个多层次传销管理法来变更报备，还要再报备？这你们独创的叫做核准式报备。那你又为何又要传销，又要设立这个传销保护基金会？这是营业自由吗？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有法又有这个基金会。好，如果是目前的状况是极少数不法的业者利用报备的宽松混杂其中，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的吸金案，让人民受害，也让绝大多数的正牌经营的业者蒙羞受害，一家做错事啊，整个产业都遭殃。那主委，您认为现行的报备制度对守法的业者公平吗？请回应。谢谢林委员。我想，这个议题哈，我先从大的方向先做一个回应。如果有细节，我再请我们处长来说报告。现在在许可制跟这个我们现行的一个报备制，在我们的主要是好，主委哈，我时间有限，我直接讲哈。你们反对的理由哈，还有我们来看这个案例，这个现在的例会公司，民众加入就要加入60万。而这家公司很多国家都给他禁止了，最近韩国在一个月内他在韩国也出事了。公平会有没有深究该公司在海外被禁止的原因呢？而该公司也继续在台湾成长啊，你难道要让他爆发到上百亿的伤害再来报备不等于合法吗？公平会目前有没有任何及时防止的措施呢？好，再来看韩国2002年的修法之后，他们加入了什么条件？高额的保证金、预缴下月预计营业额的保证金，所有加入透过直销共济会的审核，每张订单由直销共济会来审核等等，短短两年内让人民感受到政府要管理、整顿、
传销乱象的决心，一举让韩国于2004年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直销市场。主委，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公平会有没有取人之长呢？公平会，你每次都以业界无共识停滞不前，而忽略了真正你要保护的是这308万传销商及更多的传销的消费者的意见，这对守法的业者是非常不公的。现行是怎么做？你们原则同意例外禁止的报备制度，让一些业者啊，这个隐藏轻松。本席认为应该改为溯源管理的许可制。好，再来呢，这个我们存汇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合法性。它的法源基础，你这传保会的合法性，在去年财团法人第二条已经明确的公告了，什么才是属于政府的财团法人？你政府机关捐赠50%，而你现在的传保费所有的基金来自民间，而你公平会主导遴选派所有的董事长、董事、监察人、传保委员，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你去跟去年通过的财团法人法有没有冲突？如何调整改善？好，再来，您认为啦，这个我们来讲目的，传保费的适法性，再讲它的目的功能。任何正派经营的传销业者，对于与传销商的任何的纠纷，都视为最优先处理的事项，避免了伤害公司的商誉。传保费将近6年了，累积了2亿多的传保基金，却没有任何的传销纠纷处理成功的案例，你能够接受吗？而目前的问题，传保费是第一个不专业也不公正来处理传这个消费纠纷处理，第二个你没有公权力要求事业单位及传销商的出席协调，一方说我不来就不来了，第三每年人要继续收取高额的年费，连你的业务报告都明明白白直直的讲我要继续收取保费不做事。好，对于呢这个传保费啊，业界是相当的不满，与当初保护传销商的成立是相去甚远的。本席认为传保会的存费应该即刻的检讨，而里面的经济应转为专款专用的保证金，你可以借进韩国，好，才能这个 A 公司他缴了这笔钱，我 A 公司如果有纠纷处理的时候，我就从这笔缴到政府的保证金当中去来处理这来支付这个费用，才能落实保护传销商及优化产业的初衷。而你现在呢，传保费呢，因为啊协调不彰，所以你改一个方向了，说我改为辅导评比业者，来评比辅导什么呢？你们业者自己协调，你们协调好的我就评比第一名，这不是就跟凸显你传保费的协调纠纷消费纠纷的功能不彰吗？第三，业必归位这件事情，传销的特殊产业特性，你光是你的业务报告讲了多少次的传销这个产业的业务，表示它有特殊产业特性，而公平会及传保会在管理传销产业的时候往往被诟病什么不了解传销产业，所以本席啊认为你应该借助专业的多层次传销商业同业工会，帮忙政府把关审核业者，以及呢政令宣导监督业者，因此呢应该推动业必归传销公费，而非名存实亡且无绩效的传保费。本席讲这个不是独创，你再看看国内，我随便信手拈来这个进出口工会，会要进出口的每一张单子都是要缴给这个工会的，政府委托他做，那个工会的这个政府也需要他做，每一笔都是进到他的账，政府委托他做的，然后实质的对于我们进出口的业者严格的把关，帮助政府把关。我信手拈来就可以告诉你一个工会，你再去查查经济部下所有各产业的工会怎么的帮忙经济部。好，再来呢，我认为全台湾目前最落伍的部会叫做公平会，你看看这次防疫为什么能够成功？我们2天内把所有的健保制度的软体做了调整，让实名制的落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社区当中领到我们的口罩。2天内，竟然现在我们的公平会完全的反对，倒退路的对啊，全面说你们都要纸本的保留，不需要电子化。你知道我南部的一个业者做的也非常好，排名的。结果呢，他租了2个大仓库，聘用了3-4个员工，就为了你们要保存纸本。
这个不是一个笑话吗？你们到现在还在说反对电子化。好，主委你请回应吧。谢谢林委员，这边提到的四大议题，我们在去年就已经过，就是过去两年已经陆续也有跟那个林委员这里或者是同业工会做过很多的一个讨论。今天因为提的议题跟一些理由都是在业界之间也还没有，就虽然我还是要讲，就是说毕竟我就知道你会讲这个答案。本席就两周内我开个记者会，我把传销商，你最在意的，我们也最在意的传销商，308个传销商所代表的职业工会、工协会，我会一起开个记者会，让你知道我们团不团结。我就知道你会说毫无共识，我就让你知道，不是我们多有共识。这样子好不好？林委员，因为这些议题我刚刚听您的已经两年了，您咨询在咨询了，结果呢，你们还是落伍不跟进，那你又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你们不是管理，你还要辅导我们传销业已经都有本土的传销业者走上国际了，你有没有那个雄心壮志？我们可以跟日本、韩国一样，我们的传销业可以跟世界的这个市场来竞逐，反而是你们在遏制。自走我们国内的这个传销业者的发展，我想已经形成。如果说用一个角度广泛的解读来讲，你们是赌职啊。我这样说好了哈，我想如果是林委员这边记者会，那我现在承诺哈，由公平会来主持一些这个相关议题的会议，我会找相关的那个团体，譬如我就把所有全台湾有的直销工会。职业工会听好我是把职业工会都找来不是工协会我就让你知道我们有没有共识。好，以上，谢谢。好，我们来主动召开相关的会议来讨论。好，尽速来謝謝解决相关的议题。谢谢。好，我对不起，我还是要请各位委员稍微配合一下哈，这个。我们还是尽量用手持式麦克风哈，这个也方便工作人员进行消毒的工作哈。来，下一位，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发言。您要用吗？要用这个吗？这个吗？这个不用，这个刚刚没有消，可以，这个可以用啊。两边的用。习惯。这个麦克风方便消。OK， 好。谢谢主席，我们有请主委好吗？请黄主委。廖委员好。在这次的这个严重特殊性这个防疫整个过程当中当然行政院是总龙头，那你在这个整个业务当中也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刚刚我们也已经听到了，不单单是这个酒精口罩等等的一路被全国的民众来关注。那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全国防疫的组织里面其实公平会不是没有事事情还非常的多但是你们如何发挥你们的这个既有的已经你们的职责如何在这次的防疫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呢，我看到你们自己的报告里面说你们现在也在整个防疫的组织里面是叫什么防疫物资的准备组嘛那么要监控防疫物资的交易秩序，必要时采取介入措施。OK， 这是非常对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坊间我不晓得这个诸位是你们在。就针对这几个所谓的口罩、所谓的酒精、所谓的卫生纸之乱，在这件事情上面，经过了两三个礼拜，甚至要满月了，你们有没有查过，或者是有查到过哪一件跟这个有违的一些商家吗？有没有查到过？我们有特定有几家那个药局，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约谈。请业者说明一些理由，我们已经进入调查的案件大概有深入进入调查有好几件正在进行中，那有一些的话还要去了解整个全面性的问题。那我们的角色扮演其实是要维护住，不要有一些
联合，当然我们讲的就是有没有业者之间联合，但是因为没有去查清，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一发现如果有一些囤积啊、哄抬价格，我们随时跟检调单位是保持联系，有个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指挥中心当中，这个是随时有一个联系在，大家都出动去做一些相关的调查。Okay.所以你们在查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哎，商家不开门啦，啊，跟你对抗啦，啊，不跟你讲真实的话啦，有没有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个，我们第一线是我们的处长，我们处长来说明一下有没有第一线的一些状况。简单的讲一下，哎，你们有没有碰到什么状况？我们要帮你们的忙啊。是。跟委员报告，目前为止哦，因为我们的这个案子也相当的多，但是有这个我们访查的，还有我们这个调查就是民众检举进来的有实体的商家，十几个，还有实体的店面的一个商家，哦，实体的，还有网络的。那一般来讲，我们实体的店家，我们都直接到店家他们的这个地址所在地，我们去访查。那如果是网络的话，网络的这个部分，我们都要透过这个网络的平台来查。那大部分都是个人的卖家，那个人的卖家可能就是我们查起来时间需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还要去透过这个平台，然后再去拿这个网络卖家个别卖家的一个资料，是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目前依照职权，我们在处理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困难。对，现在一个实体跟那个网络啊，那个主委啊，是实体，或许你们可以查得到，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你网络啊是防不胜防，查不胜查，你怎么去查证？你怎么去追踪他们？通常在网络里面，这个民众检举会有一些截图啦，截图那就会有一些账号等等啊，我们就会从那个地方去巡查。但是如果那个部分的账号无可搜寻，是真的是困难的，我们就会跟平台，就会跟平台取得联络，说这边如果这样的案件太多，我们还是会跟平台再取得进一步的联系，但这边是有点困难。对，所以你们如果说账号不对的话，如何去落实？你们这个有刀，这不晓得要切到哪里去啊？啊，像现在的这个网络啊，是就我刚刚讲的，你根本就无从追踪，无从去防。但是它的目前的单价，我想你们大概应该知道吧？你们上网也可以看得到啊。现在也不是什么医疗级的口罩，但是他们一个包装50片呢，就要1080块。你有看过这个消息吗？也有卖500多块的，跟实际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或者在最容易拿到的卫生单位或者是药局拿到的相去甚远呐，啊！你怎么去防这个高，就是防这灾难财嘛？哦，他们就是在做灾难财嘛，你如何去防或去追？有些情形会就移给那个检调单位，因为他们才追得到。那也有不少案件，我们是移请这个检调单位继续去追查。那但是如果单一个案，有时候那个影响教育秩序的程度不大，我们就会有做一些我们的一个斟酌在处理。就听说啊，这个他们这个网络啊，是，他只开放在凌晨2点到4点中间，而只开放1小时，马上就关门了，所以你追根本就没办法去追他们呐，啊。是。那你怎么办？像这样的，而且是非常广泛，大家抢着要拿到，就宁可高价去买，但是就造成了这个不公平的状况。不好意思，跟廖委员报告，就是说以那个情况，通常他们数量也是非常的少，那非常的少。如果价格太高，其实就是消费者自己看是不是会直接购买。不过很多就是这样检举，他就把截图就送过来。所以你要跟消费者呼吁说，你自己看着办啊。也不是这样说的，啊，因为我们就会把那样的情况，我们会直接去追查，那就是步骤里面就是有些账号可能就不见得，这种情况是确实比较为难。所以我最后也要跟你谈的就是我们从前几个这个会期呢一直在讨论的就是公平交易法，我们怎么样让你们也有一个所谓的搜索扣押权的一个权利。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好像还无声无息吗？我们上次已经提送这个行政院，结果行政院这边就已经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了，就是对于公平会是一个行政机关，我们第一次的那个面对的行为只能有行政处分权，在这个我们检调单位做这个收扣的这个配合上面，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哈，所以这个案子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研修了一段时间嘛，那现在行政院的态度是不给你们这个搜索扣押权，是不是？
司法单位啊，对于行政机关有这种收购权的情况的相关配套，并没有办法找出一个解答啦。嘿，那所以我们也陆续去研究那个日韩的那个专属扣、专属告、专属告发制度。告发。专属告发，日韩都有一种叫做专属告发，在那种情况之下，就可以是视同于比较刑事的案件。那我们过去的谈的是搜索扣押权嘛，直接给你们嘛，你们才有尚方宝剑嘛。现在是我们司法单位认为行政罚之下，如果我们做的是一个行政处分，他跟刚刚你讲的司法告发这个权利有多大的差异呢？因为专属告发已经是刑事，那就变成我们要修法，就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情节重大的一些像联合垄断或是独占的案件，我们要第一次就视同是刑事处分。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公平会里面变成是公平法，这个要做某种程度的修法。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你们现在有这个修法的那个规划吗？我们现在委员会议里面还没有取得共识，这样。是院内还是你这个？如果要变成是刑事的话，对啊，是你会内还没有共识，还是你们行政院还没有共识，还是立法院不同意？如果照我们原先送到行政院的版本，是行政院这里没有办法在我们是行政机关行政处分之下给予收扣，那么回来考虑公平法要不要变成对这样的情节重大的案件是一个刑事？那当时行政院长是怎么跟你批示的？我们那时候只是在行政院里面的一个审查会议，审查会议，并不是在院要讨论要决定这个事。审查会议，就你自己做一个主委，你希望这个搜索扣押权要后续应该怎么去推动？保护处这里，我们做一些说明，好吧？报告委员，因为我们现在哦，对于像联合行为等案件，我们是先行政后司法，就是说我们的第一次处分是一个行政处分。但是如果要搜索扣押的话，必须是刑事案件啊，就是第一次就要用刑事处分。那其他国家啊，有这个搜索扣押都是用刑事的处分，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说，我们假设说我们要这个做这个搜索扣押由这个检调来配合的话，我们一定要先改为刑事处分。那因为这个知识体大哦，所以我们还在研究当中。谢谢。是啊，我就怕你们一直研究，然后一直没有一个决策嘛，对不对？那我们要的是，尤其现在我们正需要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时机，给你们这个机会啊，哦，不一定是搜索扣押权，不是，可能不是，但是任何的行政方式，我们都应该要强化你们在这个部分的那个力道了。谢谢委员，我们会继续加强这样的研究研议。好，谢谢。好，谢谢。拍谁哈？其实那个台面才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我才会说请大家配合，我们就改用手持式的，它每一只会消毒。它有八支轮流用，所以每个委员用完，他会拿一支去消毒，哪一个？我们现在是用手持的，用手持的。哪一个？你下一个新的。他会换一支新的。那个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可能刚还有几位委员刚进来哈，我们议事人员的桌上有八支手持式的麦克风，所以每一个委员用完之后，我们会。把刚刚比如说刚廖委员用的那一支，我们就会先进行消毒，那会拿一支新的已经消毒过的给下一位委员使用。好，所以请各位委员放心。那但是八支，对对对，我们有八支手持式的麦克风，所以它是会一直轮流去做消毒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每两位委员质询完之后，我们会把台面进行消毒一下，所以可能会耽误一点点时间，也请各位委员体谅。好，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杨琼英委员发言。好，我们敬爱的主席啊，首先本席想要邀请我们公平会的主委来，请黄主委。杨委员好。主委担任主委两年多吧？三年哈，将近三年的时间。主委可不可以评价一下你自己在担任这个公平会主委这段时间呢？你恪尽职守吗？我尽我全力，
跟我的专业努力在做。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哦，就请教主委，等一下再一起。以你的专业，请教公交法第一条的立法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这个维护市场的交易秩序，以及这个确保消费者权利益，然后促进经济的安定与繁荣。还有吗？还有吗？啊，您说你以你专业啊，第一条的立法目的，你要再补充吗？我愿意给你时间。就是立法宗旨就是维护交易秩序、消费者利益，确保自由与公平竞争，促进经济之安定与繁荣，这是我们的立法宗旨。确保自由与公平的竞争是最重要。结果你这一点没有念到，你没有说出来，还好你看着文字念出来，因为接下来本席要请教。是，公平会成立以来最高的罚源是多少？罚还是吗？是哪一个罚还最多，金额最多？高中案，金额多少？234亿。好，所以呢，也就是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那么针对于高通的这个问题，在公平会做出234亿的这个罚源的时候，让大家都对于公平会眼之为之一亮。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也考量到这个长期违法的情况是7年，那么违法期间向国内的企业收受了授权金呢将近4000亿，再加上国内的业者必须要向高通来采购晶片、机频的这个晶片，那总金额达到了300亿的美元，以及产品服务销售所获得的总共达到新台币1亿元。所以在公平会纵观这些理由，您所提出的这个处分是234亿。那么这个也就是让我们大家刚刚我强调的，对于公平会大家眼睛一为之一亮的时候，亮没多久，竟然在隔年的8月10号宣布改变了，不止法夹弯，而且是180度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宣布达成和解，高通提出公平合理授权专利的承诺，未来5年对台相关的投资7亿美元。现在这个时间点，本席要请教。是，当时在经济委员会也通过公平交易委员会成立一个专区，每一年必须要去调整这个内容。到了去年9月，我们看到没有再调整，为什么？我们公开透明的资讯是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经过经济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为什么都不用调整？我们有定期在调整更新，因为我们是根据那个高通每6个月要跟我们报备一次，就是要跟我们报告一次它的执行状况，所以有新的状况，我们再会就会去更新我们的网站。我们最近已经也有做更新了。什么时候更新？那个法务处这里，这个礼拜有更新。你不要随便打一打，你明明没有更新，什么时候更新？请回答本席。有，我们有更新。请问什么时候更新？最近一次什么时候更新？我们的资讯什么时候更新？好，今天上去看得到吗？这么重大的一个国内第一个大案，更新了，大家都眼睛在看，竟然什么时候更新？都不了解。我已经有批核这样的公文，更新的公文，什么时候更新？上个礼拜批核的，所以是不是还没上去？我们的业务同仁马上来查，因为我上礼拜已经批核了更新的。这是你内部的事情，你要去做调整。今天你到这边业务报告，是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也要了解什么，连一个国内最大案的进度
都不了解。有，我们是怎么如此来一月底报告？一月底确认的高通的那个执行的状况，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签合出去更新网站的资料。我们现在本人已经去已经这么。我们现在手上就有可以更新的人给我。那到底什么时候更新？本席问你，到现在查不出来，已经两分钟的时间，查清楚。接下来本席要请教，是主委，以投资来替代财阀，符合独立机关的作为吗？请问，我们不是以投资替代罚还。当我们在诉讼和解，就是诉讼和解方案取代了原处分，不是投资。为何大陆、韩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将我们公平会，你自打嘴巴嘛，将我们公平会所做出的决议，竟然重大的转弯？您现在说不是以投资的方式替代罚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大陆、韩国，2015年。2016年，他们韩国罚了多少？高通是一个国际的集团，韩国罚了多少？罚了1亿韩元。大陆罚了多少？诸位，大陆罚了多少？为什么高通到各个国家都是接受财罚，只有我们竟然短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改变这样的条件？什么理由？谁给你指示？请主委说明，什么理由？谁给你指示？我们的大陆罚款60亿人民币，等于也是将近快300亿。跟委员报告。什么理由？我们自己公平会做成的决议。我们依据我们的案子的审议，然后做成处分的时候，由我们决定罚还高低的一个办法。我们是以我们的办法斟酌相关的情况做成的处分罚还。我们的罚还不是要去跟其他国家比，而事实上我们跟其他国家的罚还额度也是差没有很多了。因为在韩国的话是罚了多少？相当于就是台币也是200亿左右。这么重大的一个案子，而且都是在你手上经过的，连邻近国家罚完多少都不知道。我知道啊，本席刚刚已经跟你说，已经是1亿，对，还不知道多少。8.65美元。接下来本席再请教你。8.65美元。高通和解案，再请教。高通的和解案10个月大转弯，跟公平会设立的目的，你们当时第一次所做出的裁罚一样吗？方向一样吗？目的一样吗？公平会做出的行政处分，被处分的机构他是可以提起上诉的。当他提起上诉，他向法院提出的诉求，公平会也是带回来。那表示你第一次的这个裁罚是不符合的。这不是一样的东西。怎么去信任你公平会？同样在你的手上，没有不符合。接下来本席再请教。高通到目前为止达成了所谓的和解，到目前是不是有抑制我们台湾晶片商的一个发展，以及是不是有撼上了台湾这样子的厂商的一个国际竞争？当时要做和解的时候，是告诉社会大众说能够帮助我们的厂商来提升。这本席要请教，当时的决定到目前为止，你认为是提升？我们在提升吗？我们当时处分以后，已经制止他任何对我们国内厂商不公平跟限制竞争的行为。好，然后在诉讼和解以后，他有这么做吗？他有，已经改正了。请教，对，针对于这些的条件，台湾晶片专利费目前的价格有没有还是以整只手机的价格为基准？请教主委。他目前是他，我们让他跟厂商之间去做进一步的决定，只是这一种方式不可以。你讲完就任由他们去。本席只有问你，到目前这么长的时间，对于我厂商没有了，我们的代工商没有了。我们台湾人啊，我们代工商已经没有了。厂商有没有是提升啊？你不敢回答本席。我们代工商没有在提供，没有在跟他。所以本席再请教，公平会要做这样的决定。
是啦。OK。专家科技是有没有纳入到你们的体系来讨论？有没有？杨委员，您的我们跟今天我们要提一个案，要授权给公平会，不是只有没有牙齿的老虎。但是如果依照刚刚主委你的回答当中，本席有所疑虑，所以本席再一次强调，我们希望公平会是一个独立机关单位，是非常神圣，也是民众非常信任的一个单位。但是如果急转弯这样子180度，而且没有专家、特殊行业没有专家一直进来来参与，我不知道这个判决到底是谁指示给你。所以刚刚本席所提出的，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未回答，请详细以书面资料回答给本席。好，总是希望台湾能够竞争力的提升。好，我而不是碰到日商、碰到美商，我们就急转弯。本席再次强调，这样重大的一个转变，谁指示给你？请书面资料给本席，谢谢。好，谢谢这个杨琼英委员哈。那我是不是请这个公平会再把详细的书面资料，或者是请主委去跟杨委员报告？那本协在这边跟杨委员说明一下哈，因为高通的案子在上一届其实在立法院里头也办过一两次的这个包括在委员会的询答，或者是专案的报告，其实在立法院也都办过哈。那我想可能杨委员这一届进来，我们是不是请公平会把相关的这些资料都送到杨委员的办公室？那也请主委择日来跟杨委员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好吗？好，也让委员来了解。好，接下来我们请邱成远委员发言。好，我们邀请这公平会黄主委来，请黄主委。邱委员好。好，主席好。好，那个黄主委好。这是我第一次在经济委员会质询了哈，非常荣幸哈。那本席今天哈的问题比较简单哈，我们针对两个部分哈，因为现在防疫期间，其实现在目前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民生物资，包括口罩，还有相关防疫的民生物资，其实在市场上的状况都非常乱。哦，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业者囤货哈？那防疫物资都要查的这个概念上哈，我想请教主委哈，目前口罩哦可能被有心人士囤货或贩卖获利，公平会目前对此有何作为？那刚刚你的业务报告上有提到，哦，在1月22号你们有去查核，那请问这后续还有相关的动作或具体查核的这个天数，还是说具体查核的这个事项吗？那因为我知道说，我今天早上看网路哈，就是说，在2月19号的时候，台南的药局哈有疑似囤货跟哄抬口罩的价格哈，那由检警这边主动来做搜查。那这个部分你们是有跟着配合调查吗？那我知道说公平会现在目前人手大概228人哈，那我想这个要做全国的查缉是比较吃紧，人力是比较吃紧。那如果在人力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单位去做相关的配合？因为现在这个整个这个防疫物资的这个盘查，这个业务量应该是非常的重哈。那除了口罩之外哈，对于其他的防疫的物资，是不是也可以加强稽查？有没有具体的措施或跟其他单位的配合办理的一些方式？那公平会在22号才开始在卖场等处进行查核，那相对来讲的话，其实除了22号的稽查，那后面的这些相关的调查的成果为何？那防疫期间，我希望说公平会这边还是可以主动积极的处理哈，那跟各检调单位还有各个单位去做相关的配合。那如果人手不足的话，真的是要提出一些相对应的具体的措施。那这针对这个以上问题，是不是请主委先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回应？好，在这里谢谢邱委员。那我在这里做一个整体性，先做一个报告哈。如果不足之处，我再请处长来补充啊。我们从1月22日开始，就是等于农历年前，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有一个口罩这一方面的一个需求，可能会造成市场上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所以1月22号开始，包括年春节期间全无间断哈，我们去调查的管道就是实体通路，加上那个这个。就是网路的一个购买的情况。实体通路里面呢，我们有药局、连锁药妆、大卖场、超市，全部去查。那么在那个期间，因为
春节期间少少有一些缺货的状况，但是后来我们的产线也增加，加上实名制以后，其实在口罩价格跟数量的掌握上面，口罩又已经是被征用政府征用的一个防疫物资，所以其实在一般的药局，不是健保药局的其他通路里面，征用口罩已经是没有出现在贩售，所以我们现在在实体通路的一些一般药局跟卖场，以及一些我们的网络看到的一个销售的口罩，都是非征用口罩为主。那么非征用口罩方面的一个价格啊，等于有点参差。那这个地方如果价格还在一个适当范围内，应该也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呢，如果有超出的，我们仍旧继续再做一些这个调查。对，那口罩的部分应该现在是因为有实名制的方式，管理上比较容易。但是如果相对的防疫物资，那譬如说像是额温枪啊，或者是说像酒精哦这些诸如此类，那你们这个盘查的机制，还有说来源，那还是你们有主动稽查的一些措施。这我们请处长来，就现在作为来跟这个委员做个报告。是跟委员报告，目前为止因为我们公平会从1月22号开始呢，我们自己就每天持续不断的有派员去访查这个防疫物资，包括口罩在内的多少人在做这样。我目前已经有1000多这个加次的一个访查了，那包括这个1000多加次是多少的访查员去做访查？我们就是有弹性的调整，在春节前1月22号到现在的话，每天的这个。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天这个编制大概是多少人？编制我们是在我们业务单位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自己本身的人次加上比如说如果是像情况比较紧急，具体的数字就好，大概嘿。这个数字比较难讲，因为我们每天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动。主动的配合调查嘛，如果说检警这边他们有主动去地方的通路哈去做盘查的时候，会主动通报你们，还是你们会主动去跟他这边去做协询，还是你们有配合的机制吗？在机制上面，我们是有一个查缉民生物资的一个联系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我们会一起开过会，然后针对它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相关的这个案件怎么查处，我们大概有个会议做一个讨论跟合作。那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法律的一个职责，所以我们是分别的查，但是需要联系互相移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我想这一题主要还是说要提醒，因为现在目前整个这个相关这些防疫物资的这业务量很大，那如果说中央跟地方如果有一些相关配套合作的机制的话，可以尽量的去主动的积极的去配合。那第二个问题就请问主委，如果真的有发生不肖业者囤货，那目前在法条上是适用哪一条刑法的规定？那依照这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那因为现在目前有两条法令去订，那基本上依照这个刑法的251条，这个是在1月31号的时候，行政院有公告，他有去修订，把这个口罩设为民生物资。但是这个其实在传染病防治法部分，他就已经有明定，就是说意图哄抬价格、囤积防疫用品，处1年以上徒刑，那500万以下的罚金。但是行政院却又在1月31号公告，在刑法上去做一个定义上的修订。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让检察官在依照法律起诉的时候产生困惑？因为不知道适用哪一条法律。那造成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判定上会有一些无所适从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主委给我们一个详细的说明？好，这里谢谢委员。我们这边从那个如果有对于现在防疫物资，像如果口罩的话，意图抬高交易价格囤积口罩而没有正当理由不应是销售，如果有这个情节的话，其实是写在刑法251条里面。但是刑法251条，其实我们现在是把口罩纳入为生活必需品，那它已经被公告为生活必需品，所以变成在这个刑法251条里面，只有对口罩会适用到。目前来看是这样。那么现在如果是一般，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传染病防治法是现在的疫情的，那么对于所有的防疫物资，如果有那个从事囤积、居奇的行为，或是哄抬物价的行为，而且被判定为情节重大，都可以适用到传染病防治法第61条。那因为这两个都是刑事责任，对民众来讲，那个警醒的作用
请民众不要心存侥幸发这个这个有这个疫情的时候的这种不义之财，这样的一个恫吓作用，其实刑事责任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两个的话，现在刑法二五一条可能就只有在口罩是被公告为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之下会被适用到，大部分还是在我们还有最近通过的那个条例啊，如果说有不实讯息的情况，那么对所有的防疫物资有囤积居奇或是哄抬物价的情况，那么这个都会适用刑事责任。好了，好，谢谢主委的这个回应哈。那本席这次的询答哈，也是希望就是说，在这次疫情的期间哈，公平会还是可以充分发挥哈，目前这个稳定市场相关的这些物资价格跟这个市场的稳定性哈。那也谢谢主委，好，那今天我询答到此为止，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谢谢邱成远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苏志芬委员发言。那个麦克风。主席，我们是不是找主委好吗？来，请黄主委。苏委员好。主委你好哈。我先求一下主委，就是在去年呢、啊、哈，去年云林县有在农产品有发生花生的问题哈，啊，那花生的话，其实在农业县里头的话，比方说我们就一个公平了哈，农产品的交易的公平性来讲，就以本席的选区啦，就是蒜头跟头刀的对啊，是这样这一类的问题大概是层出不穷，而且啊积习已久。还有包括就是鸡飞城市哈，所以主委，你对于花生呐、啊，还有的是公头刀了哈，这东西有没有在市场的交易上有没有涉及到违反公平交易、联合垄断，或者是包括其他的不法的行为？你掌握的有多少？我们谢谢苏委员哈，我们对于农产品部分哈，如果有发生那个价格的一个异常波动的时候，我们其实都非常的关注。主委，主委，价格的波动是会牵涉到，比如讲牵涉到气候，牵涉到很多的条件了哈。是，比如说你那气候问题了哈，啊，那可能就变成了，好、哦，有可能就丰收，啊，那可能就是欠收。是，哦、所以这个。这丰收跟欠收，人人咧讲的是讲菜金菜头嘛。所以比讲的话，你用农产品的价格，你若安尼单纯去看它，那么现行去看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你是得不到答案的啦。啊，我讲的讲，这两类农产品来讲是它一个大宗的物资，而且、啊、大宗来讲是吼，大宗的农作物，而且是什么？是国内的需求又很大。是。好、啊，然后几乎来讲的话，大概八成。大概八成的话，又在我的选区里面就是产出了哈，所以我干嘛主委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好不好？好，我去年咧投到台金啦，我看安内巡哈，那吉布雄来跟我巡，我个人的话，因为那时候选举非常的忙，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你去年投到极端的时候，感受到说我们的公平交易。我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里头，在这里的话，你有所琢磨，或是你们主动来问我。你们主动来询问说到底这个花生之乱是乱在哪里？嗯，我都没有感受到了，嘿呀、啊，好、哦，所以在这一点就提醒主委了，好不好？好，我这个会加强一下这个注意力。然后我们其实有时候对于供需失调的情况之下，哈，会由就是由供需方面去调节。以后如果有人为的因素，我们一定是主动当然是有人为因素啊，人为因素主动积极，一定是有人为因素啊，对不对？如果没有人为的因素来供农民来辛苦，农民就不用这么样的辛苦，农业不必走了这么样的碰到瓶颈这么多啦。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未来来讲的话，就是
可能都会碰到连续不断的问题哈。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农委会的主委的不断的啊去怕会嘛，我那个呢去灭火嘛，嘿啊，这个如果公平交易的话啊、比讲的话，如果那很顺畅的话，我想就会解决掉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啦。那么好，好，我们这边会来那个积极、就请诸位积极应应，哎，就注意一下了，好不好？好，谢谢。那个，所以我请问你哈、哦，现在5G 的位置的竞标已经决定了吗？对不对？已经底定了，那个竞价已经定价作业完成。对，那我们国库的话也进账了1421亿元嘛，对不对？是的。好，那么这个电信哈、哦、五雄的、哦、也这样子产出哈、哦，那么对于这个5G 的位置已经竞标了完成，那么中华电来讲的话，它抢下的黄金鱼肚哈、哦，大概我们媒体上都看到了很多哈、哦。那么像这个电信哈、哦、五雄这个5G 的标案，那么既然已经确定了哈、哦，再来我们可能会比较关心的话，第一个问题是共频、共网、共建。这个在业界的竞争上来讲的话，未来的话对我们的挑战是共频、共网跟共建嘛，哈，是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市场所谓的市场的定位问题，是不是有没有符合公平竞争嘛？是，那么就这样子两个了，两大的一个场域哈，我就想先听听就主委，就共频、共网、共建哈。跟公平性有没有关系啊？这一点，所以请诸位表示一下意见，好不好？好，谢谢苏委员。对于共频、共网、共建，哈，因为这个是当时在5G 竞标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媒体相关的报道，而且电信法，哈，电信法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名词。那如果说进到他们开始要布建这个5G 网络，然后有共频、共网、共建，对公平会比较直接相关的是不是有联合行为，哈，就是它或是一个结合，哈，就是说共同做一个就是共同经营的状况。如果是共同经营，就是跟公平法里面的一个结合规范是有关的，然后也可能是联合行为，但这个都会是在我们如果说政策上面或是符合成本效益规模经济的状况之下，可以申请一些许可啊。联合行为不必然是一定就是说是有被处分的状况，而是如果事先有符合一个整体跟公共利益的情况之下，公平会可以做一些审查，做一些联合行为的许可或是一个结合方案的许可这样子。好，主委是这样的，比如讲我们在谈到共平、共网、共建的时候，一般就会认为说那是个友善的理念了哈。是啊，这友善的理念的话，落实的话，是它是有困难度，嘿，所以有人就会批评的话说频未来可能会造成频谱的蟑螂，所以频谱的蟑螂或者包括说它这个落实很困难，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要主委的话就特别留意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是的，好，因为未来来讲的话，数位的汇流的版图就相当不一样。因为他们就会跟有线的电视，他们也会去联合嘛，是，包括的话，未来有可能是频道，好，频道的代理的厂商，大家的汇流嘛，哈，是，哎，这我想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了，哈，好，所以我就想请主委的话，就是说，比如讲，它新的形态的跨域的整合，哈，是对于市场的公平性里头，你怎么去界定市场？这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对，这段就很关键了哈。你确定的市场，比方说我们说共频、共网哈，还有是共建哈。如果它是一个理想性很高，但是我们当然就是一个政府的单位里头，我们尽量去撮合，那么尽量去防止，或者是尽量大家来共享共用资源嘛哈。是。但是市场的界定，这个市场的界定来讲的话，就是这边的公平会里头，你们能够扮演的角色或者是积极度在哪里啊？我们跟通常会就是 NCC 哦，其实一开始就有做很紧密的联系，我们也曾经两部会有去做过一些这方面的讨论。那这边会牵涉有个电信法的一个执法哈的一个是执法的一个定定的时候，对于这个共网共建的这些基础就会出来，我们一定会参与，他这个相关法规定定的时候的一个讨论跟意见。市场的界定呢？会，我们会在这个时候了解它这个整个的一个从不管技术层面整个的一个架构的问题，然后我们会也意思就是目前的市场的界定会如何去计算哈、哦，市场的占有率，目前你心里头还没有个谱是不是？现在以这五家取得的这个5G频谱的话，他们已经是一个寡占结构了，已经是个寡占结构。那如果去做共网共建的时候，那其实他们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市场了。那这时候去计算的时候，我们初步的一个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市场。
那这时候会不会要避免那个垄断力太大造成的一个负面影响？那我们这次要关注它怎么样的定？对，我们看到 3.5G 哈赫兹这边的话，你看中华电信、远传，还有台湾大嘛哈，还有台湾之星，未来都在吃这一块嘛。对，啊，你吃这一块来讲的话，未来的共网共建，还有在共享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会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的话，就牵涉到你市场未来的界定，你知道吗？是你市场的界定。当然，我们知道，就5G 的时代的来临来讲的话，它市场的界定，它是一定会很活泼，然后可能会有资金的资本性的力量会进来嘛，哈。是，就香港谁撑的比较久了，谁撑的比较久，那么还有的话，整个资金的应用的话，在营运上的管理，哈，是都会息息相关呐。但是我干嘛讲是，那你经纬当走哈，我们能够扮演的角色，就在市场的占有率及市场的如何的计算，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呐、啊。是这个关键的话，可能它要有它的一个5G 的价值啦，还有包括垄断呐、啊，哈，寡占这个市场来讲，我们就尽量防止嘛。好，是的，这点就是请就是主委就是特别注意一下了，好不好？我对 5G 的那个相关的这个市场上面的界定方面，我们会尽早在会内，我们会把相关重点都先做一些演绎。好那个主委，最后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口罩的问题，因为苏院长的话，这个口罩问题的话，他是在媒体上是讲非常的清楚哈、哦。那你认为了，目前我们台湾的尿布有没有缺？我不认为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因为防疫物资而造成的尿布可能会缺的问题，你不认为尿布会有缺，所以尿布不会有缺来讲的话，就不可能会有人去囤积，去囤货。我们现在是不是说了解的状况之下，要扩及到这个物资哈？我现在并没有已经开始进入，所以你现在目前没有掌握到尿布有人在囤货、囤积，你没有，并没有这类的。从媒体里面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去卖场继续在查这个相关口罩的物资的这个供应量跟价格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有这种尿布。所以如果我们家里头有人需要用到尿布的话，也不用恐慌嘛，对，是不是这样？应该是目前没有这样的问题。好，谢谢主委，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苏志芬委员。接下来请赖瑞龙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了哈，我们请黄主委。来，请主委。好，主委早。赖委员好。主委早。所以我想要先请教高通的问题了哈。我之前提过，这个高通234亿这个和解，其实用国家的资源来和解了。那他应该在产业思考上面，高通的回馈应该要布及到全台湾整体思考。那我想要问一下了哈，其实我这个从前年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然后从和解后就关注这件事情。高雄的部分在高通的投资上面有没有做哪些的努力的成果？这个主委说要沟通了，我不知道后来沟通有没有具体成果，主委要不要说明一下？好，我先谢谢邱委员，赖委员，我先来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一直有跟高通在这个对台湾这个产业方案里面要顾及到一个我们方区域上的一个平衡哈。然后在创新计划方面呢、啊，产业方案里面有一个就是竞赛的一个选取一些新创公司的部分哈。那其实我们在你讲的是第四项吗？第四个计划吗？对，台湾产业方案有四个计划嘛，这四个计划里面，我当时两年前我就讲过了，不要只集中在竹科或北部而已哈，因为如果照现在状况，最有可能就做成这样子。但是就我现在的了解，几乎最后就两年前命中了哈，直接全部几乎最后沟通结果基本上都是集中在竹科跟北部。主委要不要告诉我这四项？这个台湾营运跟制造中心，这个你也去剪彩了嘛？这在竹科嘛，对不对？然后5G 的技术跟产业的品质的部分，包括创新研究室，这也在竹科。包括现在听说今年要成立的台湾创新中心，这个也在北部台北吗？还是竹科？
它这个地点的选择哈，目前是在北部为主啦。然后，但是我们刚刚要回应的是说，目前晶片设计封装的合作厂商有在我们高雄市的日月光，还有这个台中市有细品，这个已经有分配。只要稍微了解都知道，封装测试这个日月光本来就是最强的，那本来就在高雄，你不到高雄是谁？我要讲的是高通在这件事情过程中有经过哪边沟通努力而去增加在高雄的部分，高雄本身 就有的部分的这个就不用特别提了嘛，他不去高雄那才奇怪嘛。那我讲的是经过你们的努力之后，现在我看到的所有从这个高通的 5亿的台湾营运制造中心测试中心新竹科 5G 的技术竹科这个OEM、ODM 这也在集中在北部啦，包括现在的台湾创新中心，包括这个多媒体中心等等，都是在竹科。那当时我两年前提的东西，主委答应我要去沟通去协调了，主委有没有跳票？我是确实在我们每次跟这个讨论他案计来跟我们做讨论的时候，我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跟他双边的一个要求跟沟通。那处长说明一下，那高通不愿意协助配合吗？就是要和解的时候很快了哈，帮了也很大的忙。那但是要求他们区域均衡一下国家台湾整体的资源做出来的和解，希望他们稍微分配一下在整个区域均衡上的发展。那不愿意？难道高通不是？我们先跟那个委员报告，我们确实有去沟通跟他要求。那个讨论的细节，我是让我们处长先跟简要来跟那个好简要说明好不好？报告委员啊，它是一个营运中心，是地点是设在台中没有问题，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投资啊。那其实像说在这个南部的这个日月光投资，它是把那个测试的那个中心测试的一些机那些设备都放在那边。是啊，因为我时间很有限了，今天时间有限，你讲这个东西，你一讲我就知道，那一样的老样的东西了哈。我讲的是封装测试，本来就是高雄强项的。我当时讲过，就我要的是听到你们有新的变化哦，在营运测试中心你设到了往中南部去设，或者是你5G 的这个技术产品研发，你的实验室，或者是你的台湾创新中心往南部设，这个才有让我看到嘛。主委赶快回去盘整好不好，我们还会再见到。我希望不要让我感受到你们对高通是毫无沟通能力的，好不好？这件事情上面已经两年前就这样讲了，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好，我会再强力跟他们提你承诺过的，你会全力的去沟通，希望高通好，如果还有一点机会请赶快的好不好？好， 我不希望最后的整个结果就两年前完全命中的全部都只集中在竹科跟台北，好，这个是大家是没法接受。包括你们现在做的2019年你们所设置的一个高通的台湾创新计划说明会，台南、台中、新竹、桃园、台北都办了，唯独跳过一个高雄。我们马上就要加入高雄。好，包括今年要做的这些部分，到底高雄有没有做？不是，他那个北中南他挑了台南呐、啊。那我想这样的话，对啦，那是一个说明会。不讲还没有，还可能还会想到高雄。我越跟你们咨询，越跟你们要求，反而高雄就没有了。北中南当然包括高雄。不过北中南他是南中评委，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的承诺到底有没有那个？难怪大家对于高通整个吃定了公民又吃定了台湾的状况，难怪大家感到担忧嘛。那我们愿意和解，和解只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些约束力，能够去做一些的要求。我在这里连一个说明会，大都会全部都做了，台北也有了，台中也有了，桃园也有了，台南也有了，高雄我一直给他跳过。这交代得过去吗？这是2019年好，他现在在规划，所以我也马上请他。主委用心一点了，好不好？好，真的谢谢不用心啦，谢谢。这两年来这样做，真的让人感受到不用心啦。剩下会点后面，我会加油，我加油，好不好？好，两年前讲过，整个金额会出来吗？一个月会整个有就有出来吗？四项里面金额，你告诉我投资多少在高雄？没有嘛？我们目前并没有做这样的统计的，不过我想我们会去把。主委，赶快统计给我好不好？ Okay, 好，好不好？高通没有做的，赶快去沟通好不好？两年过去了，请赶快沟通。好，谢谢。好，剩下最后一点时间， okay. 我想要问一下了哈，最近大家防疫这个肺炎事情，大家很多都动各部都动起来啊。先请问一下主委，公平会做了什么？在公平会是参加是在那个指挥中心里面是防疫物资准备组，所以一开始当然、就是、有查了什么，或者是查到了什么，或开发了什么，或者是具体的成效有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主动去这个实体通路的访查，跟那个网络销售的一个监测，然后口罩有没有盯紧？
如果口罩有一些异常的高不合理的价格的时候，公平会怎么处理？我们已经有对于一些特别偏离那个应该有的正常价格的，已经立案调查，然后已经在约谈业者。什么时候有具体的结果出来？处长这边看。最近如果疫情这样状况下去的话，这会造成人民的紧张的。那我希望这些东西要稳定住它的价格，不应该让任何人有这样的。我认为这是公平会该有的职责，要不然公平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做联合行为，如果只是做大型的话，那公平会存在行为干嘛？那何不就并到经济部去就好了，并到其他部位去就好了？公平会要展现你的功能好吗？是的，我们这个口罩加强，包括酒精，包括卫生纸，都该去查。我们现在你不查，你怎么知道有没有问题？现在已经继续在查，查了就会达到吓阻的效果嘛？不查就不会看到问题嘛？我希望公平会展现出你们的功能，不要在网络上或者在哪边出现这种超出价格之外的。在2003年 SARS 的期间的时候，公平会就曾经查过了，公平会曾经查过了。N9 口罩应该100块，一般口罩18块以下合理。现在网络上面卖到了20-30块，公平会该不该查？我们喂，2003年的公平会有查过，2003年公平会有去要求这件事情，2020年的公平会要不要去做？诸位说明一下。我们已经都一直在调查，现在是说法规上面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有进入了到一个传染病防治法跟这个刑法251条，所以我们。对于分工里面，就是我们对于有联合调整的东西才会。诸位积极的作为，好不好？积极的作为，我希望查，而且有一些财罚出来。如果有一些那个2003年的公民会，他要求的是一般的外科口罩在18元以下，他认为这个在合理；超过以上的，他认为就必须介入调查。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就开罚。你有吓阻力，才能够让这个稳定这些的重要的民生物资稳定在它的价格里面。好，不要让这个部分，这个在当时2003年的公平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都具体的写到了。好 ，SARS 爆发期间，好这些相关的口罩，好都应该要合理的销售价格、成本，包括合理的利润等等。好，如果有超过的，都不同程度的裁罚。2003年的公平会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了，2020年的公平会，请加油好吗？好的，我们会根据这个现在在检举中的案件，我们会尽快去查。我希望尽快有一些案例出来，有案例出来，自然就会对不孝的一些业者或不孝的囤积者，或者销售者产生一定的压力跟制衡效果。好的，好不好？不止这些啦，其他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的这些物资，我希望你们都积极去查，好，让公民会的功能展现出来。好，谢谢。好，谢谢黄作伟，加油，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赖瑞龙委员。那主席趁这个消毒的时间，好，先宣告一下，待会儿我们在苏正清委员发言完毕之后，我们处理临时提案。好，那临时提案处理完之后，我们休息5分钟。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请陈超明委员发言。来，麦克风。主席，还有我们列席的官员，各位委员，大家好。首先有请公平会我们的黄主委。来，请黄主委。陈委好，主委好。首先听到很多委员谈论到是高通与公平委员会和解的一些内容及进展，是那你工作报告里面有谈到一件事情，本会与经济部、科技部共同成立跨部会工作小组，是定期召开会议监督与检核高通公司执行进度与投资落实的情况。啊，你这个会议记录能不能给我？好，我要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做，有没有这样的记录，还是刚才下去的何况？哦，应该科技部、跟经济部共同召开的会议，有没有这样会议的内容记录给我？
我们这个会议记录哈，我啊不外泄，又是很机密的，是不是？我看法务处这里，我了解看看是不是。好，我管你有开啊，无开啊，是下好看。没有开了。有开，可以给吗？我们在这个哈这个会议哦，已经开了三次了哈。哎，我讲内容三次几次没有关系，内容给我看一下嘛，好不好？我想这个部分哦，应该没有疑虑，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好，多久的时间？一个礼拜内。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老问题。是。所以公平交易委员会跟高通公司用诉讼和解，以投资台湾的方式来替代华金，这个是在世界上最特殊的案例，也是唯一的案例。那你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是哈，这个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出台湾有任何实际收到一个实质的效益在哪里。虽然高通公司有那个四项计划里面，那我也请教主委，目前各个计划的进度如何？你认为高通有没有诚意？跟委员报告哈，我们一月底就去年整个的一个执行状况已经就是说做了一个会诊，全年的那个执行率以那个抗美中心已经超标了，已经预计的。我始终很在意。是。我们嘿，几亿美金的罚款里面，来当为台湾的投资，我钱投资你高通，你来做投资。我国家的钱拿给高通，罚款是国家的钱，给高通，我们也没有拿到他的任何权利，也没有拿到他任何说发明出来，你政府还有一点权利的收入都没有，就是只有这样投资。但是你晓得目前发生的状况是怎样？台湾莫可奈何。我在上一届的委员会里面，我又提出了一个那个方案出来，在这里面呢、你晓得台湾现在的5G 被高通打得很惨。第一个，国内5G 产业收取上亿元一次性的软体授权费用；二，如果他推出新晶片的话，还要再支付一次的费用，好，而且还不包括那量产后专利的授权及代工厂，的授权金，他每一层皮每一层皮帮你剥，271亿来帮助台湾来剥削台湾5G的发展，您觉得公平委员会到底在做些什么？令人匪夷所思，还是高通公司是世界的巨角兽，世界的大公司，在美国政府的压迫之下，你们都不敢做出任何对台湾有效率、有效益的一个行动？诸位，这个问题我跟你谈了很久，到目前我三届我还提出了一个，好，公平委员会应该要求高通公司将下列四点纳入台湾产业的方案，到现在你们也都没有再沟通，包括我们的台北市电脑工会、台湾区电子工会、同业工会，你们说要请他去联系，到现在联系的几次？你告诉我，是我们都，不然你们都没，你不管你科技部还是你公平交易委都没有实效做出来。很悲哀的事情啊！你们那么怕大公司，还是怕阿公的美国来糟蹋台湾的电子产业5G 的发展？我问你，他有没有诚意？我在这边先简单报告。高通公司有没有找这两个工会？有的，有的。没有。我们从他的那个回答是有，因为我这里面。这个我要求的四点，都是两个工会给我的一个，希望高通能跟他们讨论这些方案的执行。你查一下，我上一届会期，在那个预算决议的时候，我提出来的这些，您都没做。你想我落选了，就不用再来跟你追逐这些呀、不会不会，我们有在督促那个。啊，黄主委，你很善良啊。但是你们是在纵容高通公司，
对台湾5G产业的一种摧残。现在是哈，我们知道陈委员所提的有非常重要的那个像软体授权哦，软体授权哦，先一个大前提是，它并没有在我们产业方案的要求第一个，但是我们很重视。但是它研发用我们的钱研发出来的东西，台湾的厂商没有收益，一层一层皮的一直在剥。现在他那个高通已经非常有诚意了，我是认为他加入电电工会跟那个我们两个工协会，他都加入为会员呐、啊。加入会员，然后就可以有个沟通的，就叫做有诚意哦。不是，他就是有。他有没有去跟这些工会会员沟通？我加入进去叫做有诚意啊，你这不要先干，我要做行李。应该是个沟通的管道，是有对加入他们的沟通管道的这部分的诚意啊，不是说全部。如果有，你们有接受，你爸把他加入会员以后跟。两个工会会议的记录也给我，按我讲的就简单，我看了有啊，无就知影嘛。包括你公平交易委员会、你科技部、经济部，你们三个部位跟高通协调的会议记录给我，包括跟台北电子工会，还有那个电子电机电子工会。他们，你说加入会员里面有没有跟他们协调记录给我？这个有没有协调记录？我讲你加的好啊，人工地说话去。这样子最能了解有没有诚意，有没有真的要跟台湾的厂商来共同发展5G的产业？协调的相关。啊，你这样好啊，弄一礼拜来对。我们这个相关的，我们本会有用的资料，我们一定会提供给委员。我两个不要讲你本会，一个是电子工会，一个电机电子工会，还有三个部的你们的协调会议记录给我，开会的内容我要了解，好，到底有没有在手，好不好？好的，好的。唔通安尼啦，台湾的电子业不要恁欺负死啊！你不晓得高通这种巨无霸，哦，太厉害了。你没做过电子业的人都不晓得那恐怖与可怕，什么钱都要赚，好不好？不要赚台湾的钱，270亿的和解金来代替投资，希望能真正对台湾的电子产业有所帮忙跟提升。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效益。谢谢，好，谢谢，谢谢陈委员。谢谢陈超明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邱志伟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请黄主委。来，请黄主委。主委，主委，主委，这个高通案从上一届啊，好几个会议都在讨论。整个细节过程，我想我就不再赘述了哈。就最后的这个达成的方案跟和解，以及后续的执行内容啊，当然你们每六个月高通会跟你们做报告哈，包括这个行为承诺啊，也包括台湾产业方案，产业方案是5年期啊，所以六个月他们跟你做相关的执行情形的报告，我有点担心呐，你公平会对产业对技术不是专业。所以对他们执行状况，你是不是能够充分掌握，以及他们的执行情形是不是达成他们所当初的承诺，你们应该会同相关单位来讨论，比如说这个经济部还有科技部了哈。所以针对行为承诺之后，他们给你报告2次，去年2月跟今年8月，跟去年8月，对不对？我今天有提案了哈。是为了要加强对行政部门对高通和解案的执行情形的监督强度，啥各位？由这个公民会会同经济部、科技部，针对高通案你所达成的行为承诺跟台湾产业方案的执行情形呢，向你欢迎做专栏报告。啊，那让看我了解讲，到底他有没有按照承诺去执行？你得注意你一点呐。我们可不可以用书面报告提个？这个可以讨论了哈，对，最起码里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执行型的报告跟立法院提出，那目前没有嘛？是单向的，是这个你们有一个网站我有看，哈，但是这个网站啊，很多细节都没有提到。
我们希望你能了解更多他们办理情形跟推展进度的细节哈。接下来我问这样，这个是刚刚赖瑞总也提到了哈，你要协助台湾产业的发展几个面向，在你们这个跟他们达成的这个行为承诺里面哈，包括设立这个三个卓越中心，5G 跟毫米波测试跟指纹辨识技术开发这部分，是这个进度怎么样？它那个毫米波测试 很早就开动了，五 G 模组设计也是一样。然后它很一个很特别，他认为他们是比较技术比较前端的，就是指纹辨识技术开发，在去年就已经开动了，所以已经开始运作。地点在哪里？这些现在目前是在竹科哈，竹科它就是预定康美中心的旁边，它有租了一个办公室，在里面有相关的设备。我们上次去考察，有去看过这些设备。所以这三个所谓的这个计划都在这个康美那边执行，对不对？这三个计划都同时在康美那边执行吗？是是。另外，合作厂商希望说能够协助这个台湾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发展哈。比如说你们提到，在我让关心这个高雄地区，有绿月光，绿月光它的合作厂商投入的金额是多少钱？我们有掌握到投资到。你们应该掌握说它那个到底有多少资源跟厂商合作，然后带动多少效果？那个跟邱委员报告哈，因为我们其实很继续迷在要高通跟我们做报告，但是在一个商业策略之下，我们不便于在我们现在的场合跟委，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去？所以你有掌握了哈？有。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要求你们提供给国会，如果有必要的时候用机密方式来，到底我们了解说投资多少金额，然后它的外溢效果有多少正面的外溢效果，这个你们都有数据，都有掌握吗？这个外溢效果就要用跑模型来，这个你们要掌握啦。不是他们投资下去，不是说这个几千万，可能是几十亿，那到底说对这个厂商，对南部的这个半导体业到底产生哪些正面的效果，一个效益的评估哈，效益的评估我们会请高通公司这边去看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啊，因为这个效益哦，效益评估不是说他们这个写来给你看啊，你看完就好，也许看完之后你没感觉，因为你不是专业嘛。你要会同经济部学者专家看，哎，高通公司下届报告到底有合理不？我们有请他们对有帮助不？对三亚有帮助不？是。啊，他不是说缴了有请高通公司就怕死呢，要请第三方啊来做一些他的一个效益的佐证啊，有没有请他去要朝这个方向来告诉我们？我是要朝这个方向，你要具体要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要提案说每三个月你们要提出这个高通的包括他的这个承诺情形啊，跟产业台湾产业的方案执行状况做个比较详细的报告。如果涉及商业机密或者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些事项，也不排除我们用这个机密会议来进行嘛。最起码我们要给你压力去监督，这监督是有效监督，不是形式监督啊。所以我问你说到底对南部对这个半导体产业到底有什么正面的这个外溢效果，你把公文出来，你说还要跑模型，这早就不用我问你，这个模型就出来了、啊。哎，不会注意，让你求钱了。我因为心虚啊，不是，我说跑模型是要个比较精确的一个依据啊、哦。那但是如果说效益是我们平常讲的说，各种效益的讲，如果说我们口头讲是可以，这是科学的东西哈、哦，对，不能很 rough， 不能太抽象，是，要很具体，要用科学。所以等一下临时提案来，你们就按照临时提案内容，每三个月就要提出正式的报告，必要时啊。这个要拜托赵伟排专案报告，好，专案报告内容有涉及商业机密，用这个秘密会议买来塞。如果说有让你们有这个强大的动力，你要结合经济部的专业，结合科技部的专业，全国公民会，你找地博客，你一定要跟公一定要来执行，到底合不合理？几乎没错。我公有道理不？是，我们会跟那个经济部、科技部就我们的跨部会工作小组会议。那、你们跨部会，请教一下，你们跨部会工作小组开过几次会？现在开了5次。
就针对他们的资金基金，对，跟台湾产业的方案是。我觉得台湾产业的方案是五年期的哈，是五年期，我是希望说多一点的这个啊资源能够在中南部，好，你要很多资源都集中在竹科，对中南部你要有个具体的要求跟承诺。我会继续，我们会继续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你要用强大的这个，因为你监督他们的资金状况，所以你要强大给他们拘束力，希望说很具体拿出行动，照顾高雄，照顾屏东。苏委员，你我想你也会赞成的哈，不得了。另外啊，这个我们会好好去跟他们进行这样的协调，我们会严格监督哈，我们会严格监督哈。这个防疫物资的市场秩序啊哈，你们当然是属于准备组，那准备组你们任务就是说这个监控防疫物资的交易秩序、介入措施哈。到目前为止，查了有几件？我们处长来跟那个委员做报告。来查了几件？口罩几件？是我们防疫物资、口罩加酒精我们目前在这个有400多件的案子。查了400多件。我们有400多件在。检举还是你们主动？检举跟主动合起来，总共400多件。对对对，但是我们自己市场的访查的加持就已经达到3000次的加持了。对，你们现在立案有400多件，口罩跟什么？酒精。跟酒精。好，那正式有开罚有几件？这个口罩跟酒精就是防疫物资呢，他们涉及到的是这个有价格的一个哄抬、公平交易法第40条予以惩处的部分有几件？目前我们是没有开罚的案例，因为目前的一个法律没有开罚，很多涉及到是刑事，很多涉及到是刑事，哦、刑事更严重了、哦。是的，那所以我们依据这个跟法务部他们的这个民生物资联系的犯罪平台，有涉及刑法第251条跟传染病防治法第61条的刑事责任，这个比你公平交易法第40条更严重。目前立案有几件？我们立案的部分都还在调查当中，所以我们还在查是不是有公平法的这个联合哄抬的一个这个违法的一个情况。我没有问你公平法，我是说你按照刑法251跟传染病防治法第61，他所负责的刑事责任，到目前你跟法务部有立案有几案？移送目前移送这个检调单位的事还没有，因为我们是先，所以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时机嘛。你说你立案400多项，没有按照说明交易法第40条来裁处的，啊，然后我问你说刑法251条有没有？那目前也没有，那就是一事无成嘛。就代表说所有在坊间上所流传有可能是这个哄抬的、口罩的，或者是囤积的，都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对不对？那到底问题在哪里？跟我们报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整个防疫是一体的。那这个在到底它有没有构成这些要件，我们其实都还在查证当中。那查证有了事证的一个结果，我们就会立刻移过去。我不希望是你们，所以我们还在调查当中。400多万就没有一案是成案，没有一案是要处罚。这个是比例上，我觉得我直觉上面好像，如果是你们这个查会查不力，那你们自己要检讨。我希望你们查力道要加强。安定民心啊！好，来，谢谢，谢谢。这根桥贵时间啊！稍等一下哦，哈，可以消毒一下。车子还没到吧？他刚从武汉回来。苏正清说要结尾时间。好，来，接下来我们请苏正清委员发言。好，谢谢我们赵伟，来，请一下我们诸位，来，请黄诸位。诸位好，好，诸位好，诸位，刚才邱志伟委员在最后他所讲的那几句话，他是讲怎么样？他说要我们公平会做什么样的动作？没有注意听了，积极查气，然后积极查气，然后执法上面要
要加强查气，然后安定民心，对不对？安定民心，啊、哦，对嘛哈，所以我都比你还注意听嘞。虽然他讲话比较久哈，不过他也是尽到他的责任呐哈。那我这边也要跟主委您讲哈，是现在全世界在这个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凭良心讲，我们从每天报纸上、新闻上来看，是全世界几乎疫情是一直在增加，好像没有趋缓的情势嘛，对不对？那我一直觉得我们台湾的防疫是做得真的很好，但是我们还要更好，因为我们防疫是全民性的。当然借这个机会也再一次呼吁我们台湾人民哦，我们要大家都要注意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好，那么当大家在各司其职的时候，是刚才邱委员也有谈到，我现在要问一下我们主委哦，主委是现在根据工兵会提供的资料，我们目前受理民众检举案件说涉及包含口罩啦、耳温枪、酒精等等，有人检举案件，你们查缉到现在就如同邱委员讲的，现在的进度是怎么样一回事？没有结论，还是目前查不到证据？目前哦，我们检举案件有300-400件，对，有些情节啊，有一些是那个网站来的啊，然后我们都有进去查缉，然后对于比较价格看起来检举里面的价格是偏离正常价格比较高的，我们就是正式去访查，然后请业者来，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好，那还在调查中，你知道？我们台湾人民一直，我之前从第一届2008年进来到现在，也做有好多主委哈，历任了你这个职务了，包含国民党执政，包含像民进党一样，我们都一直在查缉，我们常在一直讲说，我们希望公平会是能做到所谓的打老虎，而不是只有拍苍蝇。那刚才为什么有好多委员都针对这个议题在讲，就是说有这么多的检举案，因为百姓直接面临到的是他们心中的疑虑跟恐慌，因为他买到这东西，当然发觉到说可能有在囤货哦，可能有在借机会要发国难财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公平会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角色的挑战。您现在八成那么严重，但是你们现在都只是说我们都一直在查缉中，那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你们现在最具体的可能会有成案的、有人囤积的情况发生吗？你们到现在还不敢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哦。哎，就是讲，咱台湾现在做好的，无人有在囤积啦，无像咱外国的安尼无啦。你们是不是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让我们百姓去一个错位的一个角色？欸、一个感觉会不会？先是那个跟素媛报告一下，我说以口罩来说，口罩因为很快的就是已经征用啊，就是政府已经把它征用为这个。所以您底下给我们讲台湾这样不就有情形嘛、嗯？对不对？没可能去囤货、啊，后来零星出现有被发现货量很多的，那减掉就已经立即去。也是做一个查缉。我们这一次的防疫工作，我们公平会被赋予所谓的监控防疫物资交易秩序，必要时采取介入的措施的一个工作嘛，对不对？是。好，所以您谈多少一打高工，我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跟你讲这个观念？就是讲，人百姓一打认为讲，有足侪物件买无到，这是不正常的嘛。是啊，您甲阮讲，即卖有过了百案，底下已经拢是都已经是在检举的案件，但是你们都跟我们讲说在稽查中嘛。我的意思说，诚如刚才邱志伟委员，我一直在帮他打知名度，虽然他选票很高，我一直还在帮他打知名度。他一直讲的要加强你们的查缉工作，就是咱台湾人民对我们公平会并没有很对你们很高的一个认同，就是讲你们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我给他讲这是语重心长的话嘛，那到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包含现在不要说口罩了，耳温枪都还是买不到嘛，那你们有没有去说明为什么大家买不到，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经济部说禁止出口啦，是不是？是。但是我们一直讲的，刚才一直讲的，你们要真的要加强查缉的工作，要让人家去感受得到，这个真的有所谓的安定民心的作用。因为花岗工建户除了防疫工作以外，还要做的就是说，不让这些有心去发国难财囤积这个所谓的防疫的物资，然后要借机会哄抬价格，现在不孝商人，他们不敢去轻易妄为嘛。
是。啊，你呐，如果稍微放松，我跟你讲啦，世间人什么种的人都有啦。咱用心在做防疫的工作，啊，人但是嘛，有人输在下底下在赚这种所谓的黑心钱嘛。是。好，所以主委再一次用心的来请我们团队里面要加油，这样好不好？好。好，那么回到民生的部分。你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低矮更小了，是猪价有没有人跟您反映？有听到，我们媒体有看到那个媒体有看到，是现在我们已经去进行调查，低矮更小现在已经是不合成本，连猪连那上一个养猪协会大概得一点都还餐，但是肉品工会呢，他们现在却没有做到所谓的该适度的调降价钱的一个所谓的基准，安尼对消费者嘛无公平啦，是，对不对？啊，这个你敢不知道这价小差有够多？去的时候你没去，啊，当猪价跌的时候，他们不跟着跌，对消费者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消费心理的一个影响。所以也请我们公平会也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处理，可以吗？可以的，我们这两天也已经在了解零售价格部分。那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了解啊。你应该除了包含这什么末端的传统市场跟超市，你们好好的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你真的可以发觉到现在的猪肉价格没有办法去反映在所谓的猪价哈起低矮更小的跌落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我们跟你们讲吧？没有，它确实有价差，但是就是也有调降的，也有吗？也有调降。你敢？现在你敢知影？干阿弟零售价干阿一斤的差不多几啊十块呢？甲弟给避开啊！我举个例来讲啊，一公斤五花肉来讲，要讲到这有，你不一定得了解啦。一公斤加进低矮更小，现在应该在正常的价差二十块以上。差二十块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哦，你也怎样？每天我们的猪肉的消费量，那么当然猪的价格为什么会跌？包含着现在疫情也有影响，因为大家较不爱消费嘛，较不爱餐厅吃饭嘛，所以这个是联动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说，我们要如何创造在双赢之间，包含着怎么政府应该要让我们的养猪的猪的价格回稳，但是在消费端里面，我们要让消费者感受得到，当猪价跌落的时候，但是消费的价格却没有因为这样还是维持在高档啊，是，所以你们的角色真的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那每次在咨询我都会讲，为什么都没有一台记那个新闻那个记者在这边在给您采访，就是大家也都对你们都不重视嘛，所以当你们有察觉到成绩的时候，我想在新闻的部分绝对不会忘了你们嘛。当然或许你们会认为说我们没有新闻可能是比较好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吧？好，诸位，是，好，我们该办的事情绝不会懈怠的啦，嘿，好了，我想是这样啦，是，真的在这个防疫的工作上面，我们是真的公平会应该要再善尽职责，要去加强查缉的工作。是，无可能讲真正讲较近啦，到现在为止啦，百姓检举了好几百件的案件，难道这个都是空穴来风吗？当然为人比较急，只要有风吹草动他就检举，我想他也是好意，没人那么无聊啦、哦、但是站在查缉的立场上，在这么样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防疫的物资上面，我们更要不遗余力的要更加积极的去做查缉的工作嘛。是，好、哦，咱袂当干那一句，阮伫遮在接顺，干那恁搞恁应一句讲，有目前正在查缉当中，哎，发生到现在一点偌久的时间啊，而且当疫情在扩大的时候，万一啦，我们这个角色才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你要让民心能够安定嘛。是，哦，那防疫是大部分你我的啦、啊，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色上面，好不好？好，诸位，我们希望在这个立场上面，我们全队支持你。我们希望能看到你们查缉的成绩，我也知道你们不会查，但你一定要查，是的、啊、把成绩做给台湾人民看，真的要去遏止这种囤货的一个现象出来，让这些不法的商人他让他无所隐形，好不好？好，希望你们加强。 好， 好，在这边给你们鼓励哈，诸位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苏源。好，谢谢苏正清委员。那我们现在先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
临时提案第一案，村保会成立的目的在于保护传销商，处理传销事业与其传销商的纠纷处理。传保会成立近六年，累积了2亿多的传保基金，却没有任何传销纠纷处理成功案例，绩效及功能不彰，且由公民会主导遴选派之所有董事长、董事监察人、传保委员，亦违反去年通过的财团法人，请公民会立即检讨传保会的存废。而未来传保基金应转成专款专用的保证金概念，才能落实保护传销商及优化产业的初衷。以上请于两周内109年3月18日前提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林代化等人。第二案，有鉴于传销的特殊产业特性，公民会及传保会在管理传销产业时，往往被诟病不了解传销产业。公民会应借助专业的多层次传销商业同业工会帮忙把关，审核业者，正宣扬正义，监督业者，保障合法及优化产业。公民会应严以推动业必归传销工会，而非名存实亡、毫无绩效的传保会，请于两周内109年3月18日前提出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林代化等人。第三案，目前直销问题主要在于极少数不法业者利用报备制的宽松混杂其中，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的吸金案，让人民受害，也让绝大多数的业者蒙羞受害。一家做错事，整个产业遭殃。公民会应严厉改成溯源管理的许可制，许可前公民会可借由专业单位、工会、协会之帮助筛选掉不肖事业体，许可之后也可因其违法而撤销其许可证，以提升管理密度。以上请于两周内109年3月18日前送提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林代化等人。第四案，请公平会针对于美商高通公司所达成之和解，以及高通公司所做出行为承诺及台湾产业案之台湾产业方案之执行情形，每三个月会同经济部、科技部就其执行情形提出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邱志伟委员等人。第五案，一，公平会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防疫小组一员，编入防疫物资准备组，分工任务为监控防疫物资之交易秩序，必要时采取介入措施。二，该会表示针对民众反映之个案情形，派员至涉案事业之营业场所查处，如市政显示业者有意图抬高交易价格、囤积口罩，而正当理由不应试售或从事囤积取机或哄抬物价之行为，且情节重大者，恐涉有刑法第251条或传染病防治法第61条规定之刑事责任，将依法移送检调机关侦办。另有关日前网路谣传生产卫生纸原料不应才生产口罩而短缺，造成大卖场也传出卫生纸抢购潮一事，该会应即刻进行了解并主动立案调查，派员赴北中南部主要通路实地访查。三，但目前应该会无法对可疑事件进行搜查或扣押，恐影响公权力之执行，影响民众权益。四，该会业务报告中有关研修公平交易法亦未提及搜索扣押权之推动。五，原要求公民会积极推动公平交易法纳入搜索扣押权。提案人廖国栋委员等人。第六案，有鉴于高通公司诉讼和解一案至今，虽高通公司有提出有关5年之共210亿元台湾产业方案，为针对其计划未见明显进入，且高通公司至今尚未与民间工会进行沟通联系，态度过于消极，原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高通公司台湾产业方案一案更积极督促，且每2个月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该方案进度，并公开上网，以利全民监督。提案委员陈超明等人。第七案，有鉴于大连大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开放收购文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至多30%股份一案，引起诸多讨论。虽公平交易委员会称不需向公平会申报结合，虽大连大公司有提出数项保证，为该收购案后续发展仍引起业者关注。原提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该案与经济部商业司共同研商，倘若日后大连大公司违背承诺，应如何该如何应应，并将研商结果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陈超明委员等人。第八案，正值新冠肺炎防疫期间，如何避免防疫物资遭联合哄抬价格或囤积为重中之重，原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除应加强稽查外，并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就各项防疫物资访查结果提出报告，同时于官方网站成立专区供民众查询。提案委员陈超明委员等人。第九案，鉴于 5G 时代即将来临，面对行动通讯、有线电视与固网以及内容频道代理商将形成数位汇流新形态跨域的整合，未来市场交易面临数位汇流上下整合、上下游整合以及消费者用端权益保障等，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竞争政策上应注意市场公平性，全盘考量通讯影视产业健全发展，保护消费者使用以及收视选择权，甚至考虑未来数位汇流后是否出现区域垄断的状况。上述内容请公平交易委员会于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于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苏世芬委员等人。第十案，公平会与高通公司透过和解，将原本234亿元罚锾降为27.3亿元，其他金额高通以投资台湾方案等作为和解条件。公平会应本于权责沟通，并促成有利整体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之投资项目，为该和解自2008年8月成立迄今，对科技产业产生明显的区域倾斜，未见公平会采取积极有效作为。原提案要求公平会应与高通公司协议，就后续投资与合作项目应将区域平衡纳入考量，并将投资高雄之经费与项目每个月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提案委员赖瑞荣等人宣读完毕。好，来，我们现在进行处理哈。来，针对临时提案第一案，来。跟招委报告哈，这个第一案哈，我们有一些文字希望能够修正，就是两周是不是改为一个月？来，请各位委员，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改一个月，然后后面的3月18日的日期可能要，那你如果改一个月的话，后面3月18日那个日期就会改掉。来，提案委员会来吗？不是，您这不是您的案，这是林代化的案。好，如果没意见，我们就改一个月。好，那请把后面那个日期把它，先删除，就改一个月内。好，好，来第二案，第二案也是希望在两周把它改为一个月，然后后面的3月18日那个文字删除。好，来各位委员，请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好，来我们就照修正。通过第三案仍旧是两周改为一个月。来，请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没有。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公平会建议修正通过？来，第四案，邱志伟委员的案子。第四案，提出报告，人家两个字是提出书面报告。来，邱志伟委员有没有意见？你的案子，书面报告，他说提出书面报告，你是要他口头报告还是要书面报告？书面报告，那他就提出书面报告，你还反对？好，好，来，那大家没有意见，好，来通过。来第五案，廖国栋委员的案子。第五案，遵照办理。好，来，我们就照案通过。第六案，陈昌明委员的案子。第六案，我们有几个文字的那个补充跟修正，每两个月是不是？请委员同意是每三个月，因为我们报告来的资料也是每三个月，所以是陈委员三个月。好，然后也是书面报告加两个字，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好，来我们照修正通过。啊？
因为两个月的话改成三个月，是因为我们每三个月才跟他，就是说报告有拿到我们公平会来。对 对, 对，好。然后针对高通公司的那个"公"，可能那个字是多的，可能要删掉那个字。没关系，文字修正，我们就请医师人员再去做调整。好，好，来第七案，陈昌明委员的案子。第七案我们也有几个文字的修订哈，那就是在倒数第三行，提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该案哈，与经济部商业司这个我们说函询经济部商业司，他共同研商，就是说跟经济部商业司共同研商，我们希望文字是改为函询经济部商业司提供意见。这你们直接跟商业司沟通有什么意见呢？为什么要函询呢？我们都给你保健。对呀、啊。这个我看大家委员都不同意嘛。你们就直接跟商业司去沟通，为什么用函询呢？你们好喜欢发公文来发公文去哦。OK， 我们我们给你保健，你还不要，太离谱了。好好。那个好了，谢谢。那个我觉得陈昌明委员这个案子哈，文字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来，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哎、没有，我们就照案通过，好不好？好，我们遵照办理。好，请公民会遵照办理哈。对啊。好，遵照办理，谢谢。这个我觉得你们公务单位哈，要有一个概念啊，能够直接沟通就直接沟通，不要老是喜欢函询。你函询去，文字写的不清不楚，他又要再一张函来问你，然后你要再一张函去，等你询问好，都已经四个月过去了。是，好，来第八案，西城昌明委员的案子。第八案就是我们加书面报告哈，就是来，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陈委员，陈委员，陈昌明委员，可以哈，书面报告，好好来，那照修正通过。来第九案，第九案遵照办理。好，来照案通过。第十案，看这个。第十案，有文字的修订哈，那个第四行那里不是2008，是2018，2018年八月、啊、嘿。然后最后一行啊，有个每个月向经济委员会报告哈，我们是每个月这个三个字建请删除啊。就是我们会将这个投资高雄市经费与项目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就加书面两个字。来，请问各位委员们什么意见？没有，那我们就照修正通过哈。好，谢谢。继续。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询答，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没有，因为剩下两个，我们就。好，好了，好了，好，好。好，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那个公民会的黄主委，好吧？来，请黄主委。孔委员好。黄主委，这个针对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哈，是，我想请教一下公平会，在疫情发生这段期间呐、啊，是，大家都知道有囤积医疗用口罩，还有酒精、防疫物资哄抬价格等等，我想请问你们在第一时间哈，你们公平会做了哪些努力？我们对于口罩哈，在征用。之前我们马上就派出同仁，因为也是春节期间，一直在了解实体通路。我们到了一些连锁药局，对你们大卖场都去了解口罩的供应跟它的价格的情况。你们有派同仁去了解？是的。那派了多少人力去？在春节期间，那刚好也是因为同仁有人，也就是根据他们住处啊，我们都有派出同仁。至于人力方面的也方面，我们请处长跟委员做报告。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公民会的人力好不好？在第一时间，你们这个去遏止这个囤积医疗用口罩啦，还有这个防疫物资啊等等，查缉这个哄抬价格。那你们这个怎么是分工派多少人力去？是我们的春节期间以及这个征用跟。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公民会好不好？你们有多少人力啊？对，针对全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们是派多少人？
哎，以公平会来讲哈，我们三个有调查人力是三个处室，大概约总人数哈，不同公民会总人数是100人呐、啊。嗯，哎，所以因为有案件在各种案件在处理啊，所以可以派出去的调查人力，我们在那个防疫那个紧急的状况之下，其实是这三个处室的同仁都互相会支援。互相支援。会支援。全部出动吗？哎。这个调配上面，我们是让处长来调派。讲随便举个例，请处长说明一下好吧。是我们就如同刚刚我们主委所报告的，就是我们会请其他的业务单位来做支援，像之前卫生纸这个有这个谣言哦，然后引起一些抢购的时候，我们也是请这个各处室来支援。是，就是我觉得公平会本来人力也是不足了，是，那你们又没有主动的搜索扩押的权利嘛？是，对不对？对。那所以呢，那个在这个第一时间呢，我觉得你们也是。没办法做到什么，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现在口罩还是很缺嘛，啊，大家现在口罩实名制还是买不到口罩的很多啊，啊，那所以这个囤积口罩，啊，所以才会有哄抬价格。我想请问诸位，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囤积口罩跟哄抬价格，啊，刚通过的这个特别条例？啊，有什么样的法则跟规定？主委你知道吗？特别条例里面已经就是在传染病防治法里面相关的那个防疫物资啊，都说在物资的这个囤货啦、哄抬啊，对，都已经有就是说写进去哦，就是可以依传染病防治法。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刚通过的特别条例，针对有囤积跟哄抬这种情势发生，啊，我们现在的规定是怎么样？现在是对于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公告的防疫的，不管是器具、设备、药品、医疗器材或其他的防疫物资，哄抬价格或无正当理由囤积不应是销售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嘛，500万以下，还有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是12条，是的，好，这个是我们立法院刚通过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制止这些，啊，这个不实的这个厂商啊，那我们现在囤积的也很严重了。说实在，啊，那现在很多制造口罩的这个工厂，有一些这个发国难财的，啊，也不少啊，啊，所以这个我想说，现在是国难当前，公平会哈，应该要主动积极，啊，主动积极查办。那现在大家怎么发国难财呢？就大家都透过什么呢？个人卖家在电商网络平台或是网络社团，在脸书、虾皮、露天、雅虎等网络平台呢，高价贩售口罩跟酒精防疫物资，这个是非常非常多了哈。请问黄主委，您找过这些网络平台业者喝咖啡了吗？那个处长这边哈，可以报告一下，因为这个应该是那个调查局有找过。对，我说你有没有亲口要求这些网路平台业者，你要自主进行来调查，有没有？这个请处长报告一下哈。是跟委员报告啊，针对这些网络平台的部分，然后之前我们跟消保处就已经有找各这个平台的业者来，跟他们这个做个这个，请他们去做一些这个自律的一个动作。那多数的业者对于高价的这个就是任意哄抬的都已经下架，那他们自己都已经有先行过滤的一个机制。那在之前呢，有一些这个比较高价、比较离谱的价格，其实我们查的一个结果，它其实没有现货，但是都在网络上面去标高价。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除了曾经发新闻稿去宣示执法立场之外，我们也都立案调查，那目前都在这个处理当中。处理当中，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都在约谈。我们有那个有一些业者已经在约谈。对，他除了主动下架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动作？你们有没有找他们谈，或者是怎么样跟他们？像有些个人卖家嘛，他利用 LINE 或者是脸书，他创立群组啊，然后在里头呢兜售这个医疗用的口罩跟酒防疫物资，哄抬价格。
好、哦，这种说公民会，你们有什么比较主动具体的做法？不是劝导啊，不是只有劝导而已。哎，以现在部会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有一个叫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啦。其实相关的会议啊、哦，像上次像刚刚提到的那个请一些网络平台的业者。然后去做一些自律的规范，然后有看到有一些不实的或是广告不实，或是价格太这个超出，或是说其实网络是不能销售医疗器材的，没有得到许可的话，所以有这种状况的话，现在这些平台业者都会有自律的去下架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每次开会的时候，相关部会的人都是参与的。那网络平台业者他不下架，那个是你们公民会的职责吗？那个要怎么样去？不直接了，不直接。但是因为网络的那个业者平台业者，事实上我们公民会自己在其他的案件里面也找过网络平台业者来做一些自律的规范。然后因为有上架的厂商供应商非常多，所以我们会希望网络业者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律规范。一般都是有这个同意要这样做，然后我们有发现状况都随时会。那如果他那个没有下架的话，他继续刊登在那里，那应该是谁来主管呢？哪一个单位？卫福部吗？还是说NCC 还是什么？还是公平会？平台业者如果有一些不下架是吧？我们继续会跟他做一些，请他到会做联系。那你们只有劝导而已吗？没有法则。其实该被下架的部分，如果是涉及公平法的部分，我们直接就调查了。对啊，对，要主动嘛，是直接调查嘛，是。好，谢谢。好，谢谢孔委员。谢谢孔文吉委员的质询，谢谢诸位。我们现在请邱意莹委员。谢谢主席，我是不是请一下这个黄主委？我们请主委。邱庄委好。主委好。主委，我想今天这么多的委员提出相关的对于公平会的质询，大概不外几个重点，就是希望公平会能够更积极更主动。是，到底在公平会在整个这个政府的体制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在武汉肺炎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彰显出来。公平会看起来像是一个要可以处理所谓的公平贸易、公平交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呢，你们的法源不足，权力不足。你能做的就是被动的去做调查，你如果更积极主动一点，其实你手上有没有任何的尚方宝剑是可以让你做这一些更积极主动的调查之外，还能够有一些裁处，还能够有一些裁罚？主委您个人自己认为怎么样？谢谢庄委哈。公平会当然主管的就是一个公平交易法，好，还有一个多人事传销管理法。就公平交易法里面有一些必须是一个事业之间有限制竞争跟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好，为一个大范畴。那么依法这些都有一些构成违法的要件，好，我们才有办法去真正做出处分。所以有一些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不公平的事件，好，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上面会以什么样的角度去介入？好，那其实是一个民众关心的一些议题，我们是一定会去做的。你现在讲到这个部分哈，是我就要来跟您讨论。我们今天的临时提案里面，陈昌明委员特别提到跟大连大跟文业的这个合并案，是他也不叫合并啦哈，就是说大连大去收购文业的股票，
你们刚你刚刚特别提到了，在这个公平交易的事业的限制竞争的部分，这个是你们主动采访哈。这个案子当时在业界引起非常大的关注，是其一就是因为大联大跟文业是属于同业，同样的一个事业性质，但是呢，他去买了文业的30%的股份，又没有达到我们的公平交易法所谓的超过1/3的门槛，所以他是不需要跟公平会来申报的。就你们所谓的积极主动性跟所谓的同业限制竞争的这些来讲，我个人认为大联大是在钻所谓的法律漏洞，但是对公平会来讲，你只要没有超过1/3，不需要跟你申报，你也没有积极主动的这个调查的权利，或者是去跟他 say no 的权利，你们就完全按照法令上很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好，今天陈超明委员提出了这个临时提案，我个人是相当的赞同。将来大联大如果违反了跟公平会跟文业的这个承诺，那到底公平会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色，政府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色去协助这一些企业，这个是我今天开始对公平会的角色扮演有相当大的疑虑。第二，大家一直在谈武汉肺炎对于口罩的囤积，对于酒精的囤积，对于很多原物料是否短缺，或者是价格的哄抬，看起来公平会只能站在被动调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今天很多的委员，平常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发火的，今天都发火了，而且讲到最后就是要你们主动积极。那这个主动积极，我刚刚一直讲你没有尚方宝剑啊，对你来讲你调查的结果之后呢又怎样，不了了之啊。什么叫不了了之？我上一届质询的时候提到这个所谓的多层次传销，那你们的网站上面其实也都有固定在披露你们调查的这些传销公司违反相关法令的。好，那违反了这些法令，财罚在哪里？财罚不在你们啊，财罚是在比如说，像这些什么化妆品公司啦，有一些生医公司啦，财罚都在卫福部他们的相关主管单位嘛。好，那这些相关的主管单位到底财罚多少？符不符合他的这个传销事业的严重性的这个罚款？跟这个比例上面权责是不是相符？这个公平会也管不到嘛？问了你们公平会，你们说啊，这个就比如说像有一些什么公司违反化妆品的管理法，全部都是回到卫福部去裁罚嘛？那到底裁罚多少，你们也不知道，比例原则相不相符，你们也不知道。上一次本席提出的这个叫那个鹿胎盘的，你们去查一查以后说，他没有违法，我们他没有什么重大，没有什么重大的违法事实，所以呢，东西继续卖，无辜的受害者继续吃，你们也没有任何的尚方宝剑去做这些事情。那你的立案调查，我也不知道要调查多久。那你是怎么调查？是把他的产品拿来化验检验，还是去调查有没有人吃了，吃了以后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吃了不会立刻死嘛，但是他是不是能够治好他所讲的那些癌症啊什么的，你们无从查起嘛。这就是我现在觉得公平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在整个国家的法令上面凸显出来公平会的角色其实是很尴尬的。那公平会又要凸显自己的独立性，不受控制性，你们每次都讲说你们是独立调查，你们是一个独立机关。好啊，那你的独立机关你必须要做出你独立机关应该有的公正性，跟你独立机关应该有对这个社会维持物价稳定或者是维持公平交易的这些角色扮演要能够扮演出来嘛。所以主委，我今天看很多委员对你们的质询，其实你们应该要好好回去认真的思考，到底公平会在这整个国家的体系里面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你们应该要能够做到的是什么。你不能让每个委员都来这里要求你要主动积极。好，你比如说现在可以提到了，可以看到了未来的物资短缺的部分，比如说砂石的短缺，
台湾的很多的砂石其实是要靠中国进口，90%是要靠中国进口，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公共建设，北部地区的砂石用量是要靠中国进口。那现在这个状态，你们有没有去了解砂石短缺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3、4月份之后整个台湾的这一些砂石原物料的价格，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波动？那这个波动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不能说你不准它波动，不准它涨价，因为砂石本来就已经是有一些短缺的情况出现嘛。好，那这个波动是不是能够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你们是不是能够预先跟公共工程委员会，以及跟一些国内的重要的这一些预拌混凝土的这些业者，有一些相关的座谈，去了解市场的需求以及价格的波动幅度会到哪里，事先去做一些预防，这个才叫做积极主动，而不是你等到它价格涨了，然后你告诉他说你不能涨，这个也不符合社会的常理，也不符合这个事情的常理嘛。来，主委，你的看法？谢谢招委。我们持续对于有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物资啊，包括不管是现在的防疫物资，或是说刚提到的砂石啊，或是说我们讲传销的一些商品，本会一直都非常积极在掌握市场的状况。那就如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公平会的一个工具会出手啊，就是说它的权力会出手，还是要符合我们在法规范围内的那些行为太阳，或是一些符合要件。但是我想我非常支持跟这个非常这个同意，就是说以公平会而言哦，所谓的积极主动是有一些情况要马上去参与，跟各部会之间的一个参与，然后适时马上的了解状况，也让业者有一个了解说这里还有一个维持市场秩序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公平会能够也修正一下自己的脚步啦。既然大家都希望你们主动积极的去参与，这个主动积极参与不是要你去禁止他们，而是你们应该更努力的在社会上走动，去了解整个社会的脉动跟整个市场的趋向，应该是要怎么样的来进行查处，好不好？好的，这个希望公平会加油啊！好，谢谢，谢谢，谢谢邱莹招委，也谢谢主委。好，我们现在请中嘉宾委员质询。好，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场工作伙伴、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那有请黄主任委员以及服务竞争处的林处长和资讯及经济分析室的郑主任。来，请主委及两位处长。好，主委好。主委好，处长好，主任好。主委，刚刚很多委员都很关心你有没有尚方宝剑，有没有？有吧？有哈，在哪里？在公平交易法里面第4章26条到28条，对不对？你可以职权调查跟居检你调查，对不对？是。你要进行调查的时候，你可以叫当事人来问吗？可以嘛？口传申诉可不可以看人家的账册？要提供可以嘛？必要的时候有必要的嘛？哈，甚至连当事人以外的关系人、相关上下游的营业公司都可以查，对不对？我们有调查的权。好，有调查权。好，你有尚方宝剑，第26条、第27条，来。我上次跟你们问过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在去年 MSO 跟 SO 业者是否以免收视费的方式低价利诱店家、小吃部、餐馆要求来观看特定的新闻频道，有没有违反公平交易？还记不记得？哦，非常记得，我们非常记得，积极在查办。查办之后呢，你在今年2月给我了一个决议，说一线有市政尚难任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规定情势，我反反复复把你们服务处的公文给我看了一遍哈，来，你们说你们公民交易法第20条有第2款、第3款、第5款的可能适用之情况，你们认为第二款是认为上游事业对下游事业这不同事业了哈，那小吃部不是 MSO 的这个下游事业嘛，所以你们认为跟小吃部之间竞争无涉，所以呢就不适用第二款，然后你们又说呢技术上
MSO 系统业者无法针对特定的小吃店进行锁评，而且呢，频道商来支付对价行为不合经济理性。哎，这点就有趣喽。你怎么知道 MSO 系统业者能够让小吃部小吃店进行锁评呢？你知道吗？处长知道吗？资讯室主任知道吗？可不可以请告诉我？有谁知道？那个副经处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有线电视的提供是由系统台做提供。对，那刚委员垂询那部分是频道商哦。没有，我先问你，系统业者啊，你这里写啊，技术上频道商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那个函写的。那系统业者可不可以？系统业者的部分哦，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体销，就是说他卖的是所有。你有没有深入有线电视产业了解？是。你家有没有装第四台？有。你看什么节目？他知不知道？他如果想知道，他应该当然可以知道，他可以同步的监看。不管你以为收视率好怎么来的，你的机上盒上面你在什么时间，你收看哪一个，你的定址，你的家里的收机上盒有定址，你看哪个频道，他会记录，对不对？你知道吗？是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那个就是给委员的报告。来，我告诉你什么叫锁屏。我跟你打个契约，我告诉你不能换台。你当然在电视机前换台，但你一换台，我知不知道？我就知道，所以我就不给付对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锁屏不是说小吃部他不能换台，而是他一旦换台，系统业者有没有可能知道？有没有可能知道？系统业者部分，他想知道，他可以知道，所以锁屏这个事情必须由频道商跟系统的合作，系统业者帮频道商看管对价的这个小吃部，他有没有转台，对不对？你告诉我，你们的调查报告怎么写？来，我们看下一看，下一页。你们说你们去调查了这些小吃店，他说，有六成的客人可以自行转台，有四成的店家可以自行转台，然后呢，有没有一成的店家承认说，哎，有哦，我们这个不能转台哦？但是你们问他说有没有付钱给你叫他不能转台啊？没有。哎，警察抓到小偷啊，身上没有赃物啊，你有没有偷东西？没有。好了，回家了。你们的调查怎么调查？主委，我请教你，这样的调查够吗？显然不合经济行为嘛。为什么这系统台要给收视户优惠？合不合理经济理性？你认为合不合乎经济理性？哎，我们就是针对这一点在进行调查，然后现在就是说，为什么有一层？我们发现说，我先问你嘛，如果说今天要锁的是频道，由系统业者来给予收视户优惠，你觉得合不合理？合不合经济理性？哎，我们只能用证据来说话，所以我们来来来来，你可能不来了，我给你看什么叫做来，你看好这个图，频道商是跟谁收钱？跟公司的尾刊广告商收广告费，他跟 NSO 收什么？收版权费，对不对？那么频道商提供讯号，系统商呢提供给收视户，收视户收视费，对不对？所以频道商是透过系统的间接提供内容服务，但他跟系统商收钱，跟广告商品广告收钱，收视户是付钱给系统商，系统商把收来的收视户的收视费以版权费的方式付给频道商，对不对？是。好，现在频道商说，我希望收视户看我的频道，系统业者跑去跟收视户说，我减免你的收视费，那版权费有没有减收啊？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合理的推论，如果频道商拜托系统商做这个事情，应不应该减收他的版权费？应不应该？合乎经济理性嘛？你帮我跟收视户说你要锁我的台嘛？那你系统业者给收视户收视费的优惠，那我这边少收的收视费，你频道商是不是要少收我的版权费？是不是？有没有道理？那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查频道商跟 MSO 版权费的交易？处长有没有去查？你有没有查？根源报告，我们在你有没有查嘛？我们在相关案子里面，针对频道商跟系统商的版权费，你有没有去查？我们有了解哦，他没有来。你告诉我，你是查账册吗？你能不能随便告诉我一个频道商，随便一个台，跟系统业者，四大系统业者、五大系统业者，他的版权费一台收多少钱？你知道吗？你没有知道嘛？对不对？来，你走了。本案呢、啊？本案跟委员报告，本案呢、啊、是让频道商他的授权费用，我们有去查。他在这几年是你有看到账册？你有看到他们付给他的版权费吗？有没有看到？老实说，有没有看到？我们是有请他提供资料。那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是没有拿到原。好，没有诸位来，我给你点时间哈，诸位，问题知道哪里了没有？你们我说有人，我检举有人偷东西，我说某个人涉嫌，你们摸摸他身上说没有赃物。你们连收账的地方也没去查，你连他银行的账簿也没有去查。你告诉我说，他告诉我他没有偷东西，身上没有赃物，我就没事了。
主委，我要告诉你，你们应该查哪些？应该查涉及的系统业者有没有减收频道商的版权费，你同不同意？如果有这个合乎经济理性的话，如果有这个行为，系统商少收收视费的收视物的收视费，那么频道商应该少收系统上的版权费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诸位，怎么哑巴了？我们对于这个版权费的部分，只去收他的那个每个月的那个营那个总收入而已，没有针对。你查总收入，我要问你的 是有没有特定对象？说你帮我锁台，你系统业者，我少收你的版权费，没有查嘛？所以我要告诉你，诸位，接下来你们要回答我这几个问题。第一，频道商他如果用锁台，他目的大概有两个。第一个，他增加他的收视率，收视率有没有改变？可能没有什么改变。好，但是收视率有没有改变会带来什么？广告收入有没有增减？对不对？是。它的收视率的目的是要广告收入嘛？如果收视率没有提高，广告费没有增加，然后他又给系统业者版权费的优惠，那我要问啊，那这个频道商喝西北风啊，他少收版权费，广告费有没有收入增加？有没有异常资金的进来？这就是反渗透法要查的。我要你们的查的是说，这些被可能检举的频道商，他目前收的广告费、收的版权费，足不足以他公司支撑他正常的营运？如果不能支撑他公司正常的营运，他没有合理的广告费收入，他没有合理的版权费收入，他还给系统业者减免广版权费，那你觉得他靠什么钱来支撑啊？那个处长可以不，请诸位回答。我对这个案子我们调查了蛮久了，然后你们有没有查账册？有没有告诉我哪一个频道他的收版权费有减收？我先做一个就是说我们查器，就是说我们在查的一个过程，就是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锁屏这回事。有没有锁屏已经告诉你了，他可以监看，你要是有换台，他会知道。那对不对？其实我们连通传会那里都有去了解。好，因为事实上因为主席站起来了，那你可不可以承诺？你回去把这个案子重新查，告诉我有没有版权费的减收，告诉我这个系统业者、这个频道商他有没有异常的资金流动，有没有显不相称的广告费收入跟版权收入不足以支撑正常的公司营运。我跟中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必须有对象说他已经有锁屏的行为。那什么叫做锁屏？他可以看到这个频道如果有转换，只要你换台我就不给你优惠，你查得到吗？现在我们就是发现，在整个调查的结果，我们没有办法认定说有锁屏的这个现象跟行为。没有，你只有说他可以转台，但是我就问你，如果你换台，系统业者知道，他就不支付他的优惠收视费，做手段上能不能达得到？所以我要你问的是，你们连他能不能监看换台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的调查结果，这怎么叫人家幸福啊？诸位，我是请你事后，因为主席站起来了，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书面的答复，好不好？好，针对我上面疑点，给我们清楚的交代，好不好？好，公民会的尚方宝剑，希望好好用，谢谢。好，谢谢，谢谢钟委。好，谢谢。等一下。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廷飞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好，我们请诸位。来，请黄诸位。陈委员好。诸位好。我想现在可能每一个物资都要面临会有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风波，那到底是真的涨，实质的涨，还是哄抬的涨？哇，现在公平会可能要使出很重要的尚方宝剑。今天大家一直都在强调说，到底我们公平会的尚方宝剑在哪里。在我们今年初砂石的问题，终于看到我们公平会做出了一些所谓处分的动作，对了几家主要的混凝土业者依违反公平交易法
分别开罚800万至2000万不等的金额，这是有史以来，从过去每次在调查砂石的哄抬，每一次都没有结论，这是唯一一次。可是这一次完了之后，我们只有看到没有涨，可是并没有把过去涨的部分降下来，它还是维持它原来的价格。我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主委，是，你知道我们的砂石有多少每年需要从中国进口吗？对，我们有一些数据，这个有哪些数据？大概多少？我们整个的一个砂石的进口总量，从108年来讲是有618万公吨，然后有93.2%来自中国大陆，占几成？进口砂石数量占我们国内砂石总供应量差不多一成，10% 左右。10%，然后中国的砂石又占了几%？又占了进口的93%，几乎嘛，几乎我们的进口量都是从中国过来的嘛，可以这么说嘛。是。好，那现在因为武汉肺炎，几乎这10%只有10%哦。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跟我们主委讨论这个议题？因为外面都说有三成。那如果说主委这个数据是只有 10% 哦，只有一成哦，所以是不会因为说中国武汉肺炎它的砂石没办法进口，造成我们的砂石极度短缺哦，应该不至于吧？那个跟委员补充一点哦，但是这些那个进口的砂石主要供应地区又是在北部为主，然后以北部地区的这个需供应总量，在这个进口部分占的北部地区供应量的26.8%，所以这个是在北部地区部分。好，现在问题又分出来了，这个主委都是你讲的，我都没有讲哦，这个都是你们的数据哦。收集的数据，好，对。现在的重点来了，所以中国的砂石主要的供应就在北部。所以北部接近三成，就是26%，南部不受影响。可是你知道，每一次在哄抬价格，每一次在说砂石涨价，都是从南部开始，几乎每一次传出声音都是从南部开始，这就奇怪了。如果依照主委的数据来讲，中国砂石主要这影响的26%应该是在北部的区块会比较多，南部几乎会比较少。所以主委，我今天为什么跟你一起把这个数据把它公开，要注意哦。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没有理由，也就是因为没有理由，所以你们罚了钱嘛，你们罚了钱嘛。如果有理由，今天你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处罚。是，所以就表示今年一月当时候的涨价是有问题的，当时候没有理由。那现在如果业者再以所谓的因为中国砂石没有办法进口而必须抬高价格，那这个理由存在吗？尤其是如果南部地区的话，几乎是不存在的话，所提到的话几乎是不存在嘛，对不对？几乎是不存在嘛。北部影响的是26%嘛，它也不是影响它极度的，因为中国砂石没办法进来，所以导致砂石完全无法提供，所以不得不一定要涨价。所以我只是在提醒，是因为现在很多营造业者、建筑业者是已经慢慢的都跟我们浮出来澄清说，他们已经接到风声，有可能在砂石的部分有一波不一样的一个价格。那当然不一样的价格我不知道是什么啦，好，因为现在都还是在传言，可是我们不希望这个传言会成真。好，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在砂石跟混凝土的这一个区块，也就是材料
在材料的部分，在我们原物料的部分是涨了之后，它所影响的是环环相扣。是的，环环相扣，而且让它一涨起来，虽然你在四月处罚了这些砂石业者，可是他让你处罚混凝土业者，对，混凝土业者之后，他也没办法降下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说，今天砂石所影响的混凝土，混凝土影响到营造业、建筑业，这是环环相扣。是。所以，主委是，麻烦一下，是，主动积极，这个就主动积极啊。因为你已经有听到风声了，不是让它事实成真之后，为什么大家会对公平会好像越来越失去信心？因为你们都要事实成真之后，你们才会想要去查，然后还要叫这个陈情人提出事实，那公平会太好做了吧？公平会似乎就等着人家拿资料来，那资料来就是已经有事实啦。事实，你今天即使你在做了处罚，它就已经涨上去了，请问它怎么降下来？所以其实是于事无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砂石，在三月一号的这个新闻资料里面，好像说药局惊见160元超贵的酒精。又就媒体报道的，那事实是不是如此？主委，当你们看到这个新闻，你们应该也有每天 有我们的同仁在把我们的新闻调出来 update 啊，应该有吧？有，我们那个酒精方面也没有停止过的，一直在。不是，当这个新闻出来，你们有主动去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到底是我们的记者朋友的讯息有漏死了？还是说今天真的是这样的资料事实呈现，我们有去了解吗？这是三月一号的新闻。对于酒精的部分，他说药局惊见160元超贵酒精，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还是你们就新闻看过就算了，没有主动积极？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当我们有疫情之后，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有物资的哄抬，我们是要主动积极去处理，不论是减掉单位还是我们公平会。当时我记得行政院是做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声明哦，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口罩一听到说有人以超高价格卖出的时候，或是买入的时候，减掉单位是主动积极马上去访查哦。那我们公平会，请问这个新闻出来之后，药局惊见160元超贵酒精，请问我们有去了解事实是不是如此？有吗？有了解吗？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去了解是不是已经纳在我们立案的这个案件当中，因为我们现在酒精哦已经有立案了，这个也是30-40件的案子，我们在处理当中。那我您提到这一件，我会回去再了解一下。主动积极是公平会在现在整个大家武汉肺炎开始在同步防疫如同作战的同时，我们在查所谓的哄抬，速度要比别人还快啊！我们现在整个防疫是超前部署啊，全世界都把我们当成是一个标杆呢。那我们在整个物价的一个查访当中，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超前部署？主委，麻烦一下，我们会这个自，谢谢，更加积极主动啊，来这个针对这些事项去做一个，谢谢，亲临去访查一下，嘿，调查 ，OK， 谢谢。好，谢谢陈廷飞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李桂明委员发言。放过了吗？主席，我们麻烦请主委来，请黄主委。李委员好，主委辛苦了。
我要给你嘉奖一下，因为这个我今天看了您的报告啊，虽然是短短的几页，但是大概是少数的这个行政单位的这个报告里面呢，比较有国际观的啊，比较有国际观的。谢谢。因为呢，其实，在各个国家啊，其实公平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关，所以在这里呢，在询问您之前，我在这里也特别给您打气一下，哦，不要妄自菲薄哦，公平会非常非常重要，也要让我们国内的企业还有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了解公平会它所有执掌的东西，它其实是要跟国际接轨的啊。那第一个呢，我谢谢主委呢，在今天报告里面第五页的地方呢，提到那个 Qualcomm 的事情。我们知道 Qualcomm 呢，当然公平会的成员可能也都非常非常辛苦啊。那当初针对 Qualcomm 的做出裁罚的之后呢，我们看到行政单位的彼此之间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啊，那公平会的成员呢，真的是要对抗这么多的不同的意见呢，真的很辛苦。那在您的报告里面呢，您提到的就是说，在107年8月9号的时候呢，制裁法院呢，透过制裁法院，双方达成了这个合议，它的内容包括行为的承诺啊，它的行为承诺，我是不是拜托主委可以分享一下，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承诺？是，在这个行为承诺是我们在106年处分的时候，对于要这个高通公司改正的部分。那他，我们在那个行为承诺里面，就是对于那些改正的事项，进一步承诺，在一个时间内，要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出他的一个改正。比如说，那行为承诺，对，因为原先就是在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跟业者啊，就不管是它的水平晶片制造商以及它的手机制造商下面的那个授权上面，他们在契约里面有一些限制竞争的不公平条款，那么这时候是在他们契约里面，所以在契约里面要去做重新的议约。好，所以我们要求他要善意重新协商这些相关的条款。主委，您给他的在这个行为承诺里面的时点是什么时点？我们在这个行为承诺里面呢，要求他在没关系，主委，您在看要发出一个月。您在看的时候，我顺便这个提点一下啊。是这个真正的问题，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啊，他在当初对于 Qualcomm 的处分的东西呢，的确就像刚才主委提到，其实就是 license 啦，他在授权，因为相关业者呢，他不使用他的这个专利跟相关的技术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做。可是问题是说，它的授权的部分呢，它对于权利金的计算，它是从最端的那个商品价格来做计算，所以那个是不合理。这也是为什么韩国跟中国大陆它都对它处罚的一个原因。所以公平会原则上面来讲，对 Qualcomm 处罚这个基本上来讲，跟国际间的并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同啦，并没有差异。但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竞争啊，我们国内的企业其实很辛苦啊。国内的产品不是只有卖在国内，国内的产品是要行销全世界。是，如果我们的授权金，如果我们比国外的竞争厂商，如果那个授权金我们是比较高的话，那么简单来讲，我们国内的厂商在国际竞争产品的时候，它就利于不利的一个处境。因为别人假设是1块钱，他要给付高通假设是10块钱的话，那他呢能够他就被剥削了，所以他能够获利的空间呢就非常短。所以为什么本席在这边必须要很明确的知道行为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行为承诺，我们给的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因为时间点拉得越长，对于国内的厂商它是越不利的。当然本席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和解，因为我们来了一个台湾产业的方案，这个本席也认同经济部的，我也理解经济部的考量，因为毕竟我们希望整个台湾都好。可台湾的经济的发展也不应该是由这些个别的厂商的成本来负担出去，所以它不合理。所以我才讲说，这一次的和解透过制裁法院，
能够双方都各让一步，对台湾也好，对 Qualcomm 来讲，其实我认为对 Qualcomm 来讲他也不吃亏，因为我们有中国大陆有韩国的这些的借镜可以看到，但是究竟他的行为的承诺还有他的时间点是什么样的时间点，还有他的台湾的承诺的方案，我要特别拜托，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所以特别拜托那个主委是不是很简短的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才有办法评估他是不是真的对台湾有利。是我们因为有一些这个 SEP 授权的问题，标准必要专业授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在行为承诺里面高通公司是承诺必须给予台湾厂商全球的无歧视性待遇，这叫做 friend 的原则，就是说只要我不会让我们的台湾的厂商在一些国际这个竞争里面属于这个就是说不公平的一个是。但我还要拜托主委再去，因为你后面会有后续监督，对不对？他有没有歧视还是不歧视，不能够从合约上面看他的歧视不歧视，其实从他的计算公式，从他的计算公式，也就是台湾厂商的计算公式，当他的计算公式呢是跟国外厂商是不一样的时候呢，基本上面来讲我们还是受歧视的，所以拜托主委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到。另外呢，是这个时间关系，所以我只讲题目，再拜托用书面的回答，是就是到底我们的台湾产业的方案，那个地方我们所能够加惠台湾产业的那个的效应，比较前面行为承诺的那个效应的相比较，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案，也拜托主委事后提出来。然后您在报告里面提到 Facebook 跟 Google 的部分，我们都知道 Facebook 的部分呢，它其实在欧盟的地方受到处罚，公平会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更具体的一个想法出来，还有 Google 部分我们知道它在每个人的资讯它都可以收集，这个部分到底公平会不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拜托事后以书面方式提出来。谢谢主委。好，谢谢李委员指教，我们会书面再提供给委员。谢谢，谢谢李桂明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洪孟凯。洪孟凯，洪孟凯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不在。张其禄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周春敏委员不在。陈玉珍委员不在。廖婉如委员不在。蔡依瑜委员不在。翁崇军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我们询答结束。另外有陈明文委员、翁崇军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付之本会。今日所列议程处理完竣，我们散会，谢谢。好，来。